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14日星期一9:01至12:3214:32至17:15，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静怡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陈廷飞委员等35人，请假委员吴坤玉，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郭芳玉等相关人员主席曾召集委员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弃案，本次会议经陈委员移结就亲民党党团提案中委员孔兆基林委员淑芬说明提案旨趣，并由劳动部郭部长方玉等列席报告并备询，委员林静怡等21人提出质询，均经劳动部郭部长方玉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决议依本日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本期案定于11月17日星期四继续审查。二、委员吴坤玉及徐贞卫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四、委员针对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公务预算及非营业基金之提案，请于105年11月18日星期五中午前，以书面送交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在场委员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无意见？好，没有，我们就确认通过哈。我借用几分钟时间哈，先在这边谢谢昨天很多的委员都有关心。那我昨天是因为医生有担心我有脑震荡，所以就留院观察。那确认今天早上确认没有大碍，所以就让我出院了哈。那我想有几件事情我要澄清一下，因为昨天的公听会其实我是宣布休息，好，我并没有说散会。那因为看到有些媒体的标题有写说散会，其实不是，好，我是宣布休息10分钟。那但是现场呢，大家这个鼓噪的很严重哦。那甚至有好几位成员哦，参加公听会的成员都已经走上台前来，所以我才宣布休息，希望秩序能够稍微维持一下。但是很遗憾，昨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那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外面的人进来开公听会，然后是打立法委员。因为昨天在混乱推挤当中呢，有一些无影手跟无影脚趁机伸过来攻击我。那昨天有到医院去验伤，我的背部其实还有 OK， 那我全身还有多处的这个淤伤哈。那我想我要在这边很严厉的谴责这个暴力的行为哦。那特别因为昨天那样的状况，我手有举起来挥请警卫进来，但是根本也来不及搬救兵哈。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未来公听会真的大家邀请的对象，希望大家能够各自约束一下，好像昨天这样子真的很混乱，还出手打人。那我办公室的助理哦，每个人都挂彩，每个人都受伤，好，我要在这边真的严厉的谴责。好，我们本日会议哦，要直接进入逐条审查。那议程所列出的所列各条文，如果有修正动议哦，请尽速提出，以利会诊跟营运。本日的会议议程为继续审查第一，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民进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第五，亲民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6条、第74条、第79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六，委员钟孔绍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七，委员林淑芬等18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及79条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本案前经提105年11月14日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第12次全体委员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相关条文亦已宣读完毕。这边好，我们今天，嗨，来请。有宣读。有，上次有宣读过了，对。在301的时候宣读那个算了。那你们都有勘验过，有听到他宣读了。那一次那么混乱的，大家觉得算吗？上一次在301这么混乱的一个场面宣读的，不是说上一次要重审了吗？重审应该重新宣读啊，重新宣读吧。对啊，上次的应该是我们重审上次的都不算的。如果大家觉得上次因为太混乱、太吵闹听不清楚，重审哈，那我们本席同意，对啊，就从头来变嘛，对不对？我们是从询答开始，当然今天要从我要让他宣读了哈。等一下，我还有程序的问题，我一并请教。就是今天其实是进入到逐条嘛，我希望今天的逐条审查，就如柯总召所说的，条文也不多嘛哈，我们应该每一个条文是充分的讨论。那所以在发言时间，我希望主席不要限制这个每一个委员上来跟。行政部门在针对这个条文内容的询答对话的内容，这个部分不要限说哈。记就几轮找魂经哈，可以再询问，因为今天必须是充分的讨论。如果我们坚持回到委员会中心主义，回到委员会充分讨论的话，我希望今天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最民主，而且让未还委员或者是关心的委员来这边的委员，大家可以有充分的讨论。因为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我想柯总召在现场，我们也说今天的逐条审查必要的时候开到12点都没有关系，意思就是说让他可以进行一个实质的充分讨论。大家都看到昨天公听会的情况，事实上官员跟这一些团体是没有对话的，基本上是各说各话。那昨天公听会的意见，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公报处值得肯定哦，非常有效率。今天早上已经一本非常完整的昨天公听会的记录，然后逐字的提供给大家。所以我想实质的审查就是我们必须根据昨天公听会的意见跟声音，还有这一些劳团的声音、专家学者的声音跟意见，今天在座各位委员的意见，我们可以综合起来，针对昨天郭部长没有明确答复的部分，大家对于修法内容还有质疑的部分，应该要进行是双向的充分的一个讨论，我觉得才能达到一个实质的我们修法的一个效果。我希望待会的程序，这个柯总召在这边，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充分的讨论，不要什么3分钟就打断然后再来一轮，那个完全在论述上是没有办法充分去做深入讨论的。谢谢。好，来请柯总召。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劳基法修正案终于可以在委员会好好审查了哈。那走到这一步来，大家都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希望到今天，既然朝野协商都有结论的，讲得很清楚哈。那今天就进入逐条。那至于今天逐条，当然让大家充分的发言。至于要几分钟，我是尊重委员会的惯例哈。那大家讨论一下没有关系，反正这没有什么好争执。就到晚上12点钟以前，大家怎么讲都无所谓。但是呢，大家要了解朝野相的结论，就是说今天就是到最后还是要议决出委员会啊、哦。那接下来未来还有朝野协商啊、哦，那还有宴会，所以都有很多机会来好好表达。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期盼就是说，啊，大家别小量了，问他讲了哈，把自己的理念好好讲清楚。当然用这个原则，那不冲突为原则嘛。我想昨天那个场景是很惊悚的哈、哦。
那大家应该哈有，既然是委员会中心主义都是委员嘛，大家好好谈没有关系。啊，至于说发言几分钟啊，是三分钟、十分钟、五分钟等等哈，我当然尊重委员会的观点，以及大家在这里能够谈好就好了。吴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要在这个地方哦做个会议询问呢、啊。关于昨天的这个公听会啊，这个在野三党邀请的，无论是语坛的这些代表，或是要进来经过这个旁听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协商的。那我也在场协商，结果你们邀请进来的代表发言，充满了人身的攻击侮辱，最后还用肢体暴力冲突来推打主席，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陈明，因为我参与协商，我觉得应该要负这样的责任哦。这个在道义上真的有亏了哈，希望大家再想想，如果我们要的立法院是这个样子的话，对于代议政治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哦。谢谢。好，那这样接下来，好。对，我想那个，好，我想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宣读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处理到哪一条，我们就宣读这样子，好不好？好，全部宣读的，哈，全部宣读一次。你们要全部先，只有十一条。好，那我们就先全部宣读完，好，然后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每一位委员哈，刚刚王委员说大概是就是一轮十分钟，那我建议是不是就是谈对答吗？这样没有没有，上台表示意见一下。主席，我建议一下，应该是说等一下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所有的条文，宣读条文完之后就逐条进入逐条的时候，每一个委员对于这个逐条有意见可以上来发言。那过去的经验其实都是大概三分钟，那因为这是一个对答，行政部门可能可以回应，大概过去经验是什么经验？就是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大家就是会上来答询嘛，或者去问嘛。那通常主席会都会通融再把这个时间延长嘛，哦，那所以我觉得那个要十分钟你要问也可以，就是待会是进入逐条的时候再一个问，好，没有答询了，因为不是答询，是做进入讨论了。来，我才试一下，好不好？我们原则上好，我们今天讨论就是针对各个条文做实质的讨论，就不要再牵扯其他有的没有的。好，大家同意吗？好，那原则上我们就是说，好了，我们规范就是说十分钟为限，那也不一定会问到十分钟啦。如果都已经解释清楚的话，那就包含委员的这个对这个劳动部的这个提出的疑问啊，包含你们回答，那我们就大概以这个作为基准，那大家也稍微控制一下时间，好，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宣读条文。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23条，工资之给付，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当按月预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发给二次，并应提供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案件计酬者一同。雇主应自备劳工工资清册，将发放工资、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工资总额等事项记录，工资清册应保存5年。行政院提案第24条，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其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依下列标准加给：一、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1/3以上；二、在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2/3以上；三、依第32条第3项规定延长工作时间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雇主使劳工于第36条锁定休假日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其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再加给1/3以上；
工作二小时后再继续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再加给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前项休息日之工作时间及工资之计算，四小时以内者以四小时计，逾四小时至八小时以内者以八小时计，逾八小时至十二小时以内者以十二小时计。行政院提案第30条之一，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行业，雇主经工会同意，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同会议同意后，其工作时间得依下列原则变更：一、四周内正常工作时数分配于其他工作日之时数，每日不得超过二小时，不受前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之限制；二、当日正常工作时间达十小时者，其延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二小时；三、女性劳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间者外，于月间工作不受第49条第一项之限制，但雇主应提供必要之安全卫生设施。依中华民国85年12月27日修正施行前第3条规定适用本法之行业，除第一项第一款之农林渔牧业外，均不适用前项规定。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4条，劳工工作采作业轮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周更换一次，但经劳工同意者不在此限。依前项更换班次时，应给予劳工至少连续11小时之休息时间。行政院提案第36条，劳工每7日中应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为例假，1日为休息日。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一、依第30条第二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1日之例假，每2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4日。二、依第30条第三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1日之例假，每8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16日。三、依第30条之一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2周内至少应有2日之例假，每4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8日。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记录第32条第二项，锁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时数不受第32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6条，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2日之休息作为例假。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第36条，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2日之休息作为例假。行政院提案第37条，内政部所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假。委员王玉敏等17人提案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雇主或事业单位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劳工特别休假：一、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二、3年以上5年未满者10日；三、5年以上10年未满者14日；四、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给1日，加至30日为止；五、6个月以上未满1年者，由中央主管机关以办法定之。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二、3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三、6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四、9年以上14年未满者28日；五、满14年者，第15年起每年应给休假30日。委员钟孔照等17人提案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3个月以上未满1年者，应给休假4日；二、1年以上未满3年者，每年应给休假7日；三、3年以上未满6年者，每年应给休假14日；四、6年以上未满9年者，每年应给休假21日；五、
九年以上未满14年者，每年应给休假28日；六、14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30日。劳工到职日之隔年1月1日起，得与雇主协议，按前项之标准，依比率计给特别休假后，改采历年制累计特别休假日数，雇主不得拒绝。劳工于非自愿离职时，当年度之服务年资应按第一项之标准依比率计给特别休假。委员林淑芬等18人提案第38条，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6个月以上未满1年者4日；二、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三、3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四、6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五、9年以上14年未满者，每年应给休假28日。六、14年以上，每年应给休假至30日。本院民进党党团提案第39条、第36条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条所定之休假及第38条所定之特别休假，工资应由雇主照给。雇主经征得劳工同意于休假日工作者，工资应加倍发给；因季节性关系有赶工必要，经劳工或工会同意照常工作者，一同。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74条，劳工发现事业单位违反本法及其他劳工法令规定时，得向雇主、主管机关或检察机构申诉。雇主不得因劳工为前项申诉而对劳工为下列各款之行为：一、解雇、调职不合理之管理措施、工作条件之不利处置或其他不利之处分；二、终止、解除、变更或不给予其依法令、契约或习惯上所应享有之权益。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第74条，雇主不得因劳工发现事业单位违反本法及其他劳工法及其他劳工法令规定时，向雇主申诉或向主管机关检举漏违反本法之行为，或拒绝参与违反本法之行为而予以解雇、调职、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为前项规定所为之解雇、降调、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者无效。主管机关应对检举人身份资料严守秘密外，公务员如有泄密情事，应依法追究刑事及行政责任。主管机关受理检举案件之管辖处理期间保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78条之一，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依第二项之规定处罚：一、违反第21条第一项、第22条至第25条、第30条第一项至第3项、第6项、第7项、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9条第一项或第74条第二项规定；二、违反主管机关依第27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33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43条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有前项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依下列标准处罚还：一、30人以下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还；二、30人以上未满200人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还；三、200人以上未满500人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6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还；四、500人以上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还。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79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7条
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八条或第七十条规定；二、违反第三十条第五项或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90,000元以上450,000元以下罚锾。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第79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7条、第9条第一项、第16条、第19条、第23条第二项、第30条、第六项、第46条、第65条第一项、第66条至第68条。第70条，二、违反主管机关依第27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33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43条锁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违反第30条第五项或第49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90,000元以上450,000元以下罚锾；违反第21条第一项、第22条、第23条第一项、第24条、第25条、第28条第二项、第30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第七项、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9条第一项、第56条第一项、第59条规定或第74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50,000元以上750,000元以下罚锾，并限期令其改善，借其能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连续处罚。委员林淑芬等18人提案第79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30人以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30人以上100人以下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3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100人以上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5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之罚锾；于一年内重复违反同一法条之事业单位，加重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7条、第9条第一项、第16条、第19条、第21条第一项、第22条至第25条、第28条第二项、第30条、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6条、第49条第一项、第56条第一项、第59条、第65条第一项、第66条至第68条、第70条或第74条第二项规定；二、违反主管机关依第27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33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43条锁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违反第49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90,000元以上450,000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好，因为我们有这个修正动议的部分哈，从这个我们第一个要审的这个23条就有，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5分钟，让议事人员准备一下那个资料哈，现在在印。
好，我们继续开会哦。第23条有修正动议，请宣读。可是我没有资料。第23条修正动议，公司之给付，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按月预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发给2次，并应提供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延长工作时间时数及平日每小时工资额，案件计酬者一同。雇主应自备劳工工资清册，将发放工资、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工资总额、延长工作时间时数及平日每小时工资额等事项记录。工资清册应保存5年。提案人：时代力量党团洪慈庸、徐永明。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那个部长还没有，还有谁没有拿到资料，没有拿到修正动议的？来，不好意思，等一下哈，让部长看一下。因为这个楼上影印机坏了，嗯，印比较慢。好，我们请部长说明一下。啊？对对对，那个时代力量有没有要先说明？好，针对23条的一个修正的部分哦，这次我们提出来就是有，就是每个月的这个薪资明细里面应该要提供这个工资它的各项的计算的明细哦。那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休假的种类
有很多种哦。那过去的这个员工拿到了一个薪资单哦，通常都是夯不啷当所有的费用哦，加班费通通放在一起哦。那很多资讯是不公开不透明的哦，所以员工呢拿到他其实也不晓得说他的加班费到底是从何而来哦，是哪几天的加班哦所领到的这个加班费。所以呢，这一次的一个修法，我们希望说把这个资讯更公开透明，让员工他拿到这个薪资单之后都知道说他是这一笔加班费都是由哪一天哦多少的时数而领到的这一笔加班费哦。所以在这一次的修订里面呢，我们有提出说除了要给这个计算的一个明细之外，延长工时的一个时间时数以及每小时的一个工资额，平日的每小时工资额，你要给他一个计算的基础，那以及加上他加班的一个时数，他才可以知道说这样的计算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正确的哦。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资讯哦够足够的一个公开跟透明哦，对于未来的劳检好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哦。你们以后在查劳检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困难哦。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都把它做足的话，好，所以这个部分23条，我们希望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太有一例一休，或是说我们等一下有提出来的一例一假的这种可能性之后，这个劳工他拿到了这个加班费的明细可以更清楚。我们请部长。OK， 好，没问题。来，你们先。好，李彦秋委员。时代力量提出第23条的修法，其实我个人是认同，因为长期在劳动部的质询的时候，我也常提出这些问题哦。那但是我觉得应该，如果这个提案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我觉得以后续也要订定法则哦。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要订定法则哦。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可等一下可能可以请劳动部部长说明一下。那但是昨天办完公听会之后哦，主席我还是要提一下，所有朝野党派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劳动部自己针对于特休假的版本。完全都没有。蔡英文总统说，我们在送一例一休的同时，我们也要给年轻人一些特休假。那蔡总统在骗人吗？今天在这一本资料当中，当时是说你们民进党执政党行政院是一例一休加上特休假要一起处理的。你们今天劳动部的专业到底在哪里？特休假是让所有党派在这边喊的好玩的吗？这样举手表决就过了吗？你劳动部的专业到底在哪里？我都认为今天不应该继续审下去。如果一例一休是行政院的版本，特休假也是蔡英文总统曾经承诺过的，那今天为什么行政院劳动部没有版本出来？我觉得今天审这个法案真的是莫名其妙。好，那个陈一鸣委员之后换柯总召。好，谢谢主席哈。那本席呢，针对这个时代力量提的这个在23条的这个修正的这个版本呢，也要询问一下我们的劳动部了哈。针对这个现行的法呢，其实是要求整个的工资的清册是要保存5年嘛。那现在的目前的执行在劳检的时候，是不是过去曾经针对这个工资的清册有做过调查？劳检有多少的这个我们的资方没有做予以保存？我们建议呢，就是要求了哈，我们劳动部应该要给予更清楚的资料，才能够让我们做这个修法的参考哈。那在这个刚刚我们洪慈庸委员提到的哈，其实本席也是非常的赞成，因为如果将来你们在24条哦又要修哦，就是在延长工时、休息日的工作2小时之内，你工资要算1/3，然后
两小时后的要算一又三分之二，这个其实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讨论哈。一又三分之一，一点三三三三三三，那请问你要三到多少三？一点六六六六，你要怎么样弄？这个其实在昨天的公听会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委员问到哈，你们这个完全的依据的标准，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工时的计算，其实是非常的复杂哈，也有。一些专家也都提到哈，这其实相较于新加坡的版本，甚至是学者在2014年邱俊彦应劳委会的委托所做的这个版本，都不是讲 1.33 1.66 了哈，都是 2.5 倍了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因为有延续性的哈，所以你们在这个工时的这个计算方面，应该明细方面应该要做更清楚的调整，所以清楚的这个界定哈，所以等一下也请部长哈一并答复，谢谢。好，那个对不起，柯总召，柯总召结束之后我们换部长。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哈。有关于时代力量对23条，它原版本在提出修正案，只要对劳工有利、减少劳资纠纷的方向，我们都可以认同。那一本，但是呢，现在就是针对说刚才李彦秀委员有谈的哈，有关于特休的问题哈，这不在本条文里面，等一下陆续会审查到哈，那我会再向各位来说明。我比较关心的当然所谓。公司的各项项目是指哪些？这个可能要讲清楚一点哈。另外，当然接下来再修正是延长工时的延长工时的问题哈，这很明确哈，提每小时的工资哈，这都很明确。我只要问劳动部说，这样的规定有没有很完整？会不会过一多万？包括他今天的。原来23条，包括23条再修正案，到底做得到有没有是很完整？有的是要是不是要在法里面，它是在细则里面，两边怎么来安排和写法，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要请教劳动部，你现在认为这样最高不？好，对，好，那部长一起。对，因为刚刚你们说要先全部问，再一起回答，是刚刚你们提的，没关系啦，都很是。主席、各位委员，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天因为是逐条审查哈，那么等一下如果比较有这执行面的部分，我请我们同仁来说明。那么政策性或是委员指定要有个人答复的，我一定来跟各位答复。那么刚才所提到的。原来23条哈，在过去在报告的时候，我们的书面资料里面原条文我们是尽表认同的。但现在加上这几个字之后啊，其实这个是利益是 OK 是没有问题，是利益很好。但是就像刚才柯总都讲的，我们就担心会不会这个不一而足，怪一漏万的哈。所以我们基本的想法是说，那么如果是按照原条文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的部分，我们在细则去把它定详细一点，可能会比较会有完整性的。譬如说，除了现在加上去的这个延长工作时间的时数，还有这个工资额等等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包括像请假啦，像你的集聚怎么样啦，这些其实啊，在条文里面要把它全部都列举出来，就会很冗长、很琐碎啊。那么是不是可以在细则里面去提？大家用意都是一样的，希望未来这个明细表不会有任何的争议出来。这个用意大家其实想法是一样的啊。那么第二个，刚才提到5年的清册啊，那陈委员所提到的，刚才我查了一下，有我们每年都查，去年就清册的部分检查的比例是 2.09%， 占所有检查次量的 2.09%， 这个没有问题哈。第三就是刚才讲说 1.33 1.34 百分比违法，对，我们检对有关于这方面的话是 2.09。 好，那么 1.33 1.34 好像很琐碎哈，我们的文字上面是 1.33 三分之一以上，所以在实务在执行的时候都是 1.34 1.67 啦，因为以上三分之一以上实务上是这样子来规定的。第四就是刚才提到滑舌的部分，有未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是会在滑舌上面要做适度的配合。所以以上先这样报告，谢谢。
还请陈一鸣委员。我看你们要不要就留在那里？你说实务上是，所以等一下那一条是要改成 1.34 吗？可是不，我们文字上是三分之一以上。你是四舍五入还是你是怎么1.3333？1.3333一下哈，现在劳基法24条是说加班的话要加，就是加给三分之一以上24。他在提到加班费的计算，因为细项的时候你要列出来啊。因为工资的明细里头包括加班费，你延长工时、加班的时候，你的加班费怎么算？我要求就是说你必须都要列出来啊。刚刚那如果等一下，因为这是联动的嘛，对，你细项要联动的时候，你要怎么计算？所以我刚刚问题是一又三分之一，那你。这真的是承办人员在做这个事情。你1.33，你现在是说要变成1.34？因为法条是说一是指加给三分之一以上，所以三分之一就正如委员刚刚提到的，就是0.33333，所以一定要超过一又三分之一。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用比较清楚的话，就是用1.3，因为三分之一以上嘛，你可以0.34、0.35，至少要0.34。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就一个是 1.34， 一个是 1.67。 对对，好，了解，谢谢。好，谢谢。其他委员还有意见吗？来，徐委员，徐委员之后换柯总召。所以部长这边我们问的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原来的提案，从你们的角度而言，我们比较认同啊，对。那关于我们这个修正动议，关于延长工时的这部分，跟平日每小时工资额这部分，你们认为规定太细，还是说还是有其他的？我觉得我们用，譬如说用一个动议或是怎么样决议，在未来在细则里面，我们一定把这个东西把它弄清楚，包括其他请假，既然是明细表嘛，就把它弄得很清楚。那你们会不会建议说还有哪些？觉得这两个之外，你们还有？刚才讲我只想到像请假了哈，像什么这些，他有到底有什么记录，双方面要确认一下嘛。到目前为止，我今年假多少，这里面都能看得出来。OK，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话，我们仔细的来把它细则里面把它听清楚。那你们细则草案可不可以？细则还要送到这里啊？我知道，我知道。这里，我是说我们想看草案呐，好，你们有可能。这个我看。因为这个案子我们提出来蛮久了，是是是，其实你们不是，大家用意其实都一样，就是希望能够保障。那在细则未来，反正一定要也是要经过这个审查。我知道，我知道，没有问题的。好 ，OK， 了解。好，柯总召，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实际上提这个版本，好，当然这是权利义务，权利义务要明确嘛，那资金要完整嘛。啊，才不会增加劳资间的纠纷嘛。但实际上在版本里面，我想了解清楚，包括新永明刚才问部长，哦，他想要看草案，他想要了解细节。倒是我在这里要问时代力量，你所谓的啊，应提供工资各项目，你的各项目是什么？你这样你提法案嘛，你应该来说明一下你的各项目。你现在反头问他，啊，什么细则是这样？你各项目包括哪些项目？立法要明确化啊，不然你没有写各项目，你应该说明来写清楚。你说明只是写照资金大家平等充分接受，你应该在说明来你是提案人嘛？你要表达我的各项项目包括哪些项目？你自己没有一个底，到时候出来你又有纠纷，所以应该是在利用你现在先说明清楚你的提案，我是完全赞成的。方向只要能够减少劳资的纠纷，我是赞成的。但这个每个薪水单要你的各项项目，你要罗列哪些？这不是这样一个，那将来会有纠纷。有各项项目，你这个怎么没有放进来？所以你既然往访客为主，你本来你应该说明的东西，你去问劳委会。我希望徐永明、马时代长，等一下你把各项目是什么东西先弄讲清楚，好不好？那这个草案从来啊，我从来啊，这是过去劳委会委托一个研究报告里面还有建议条文。是时代力量把它搬过来嘛，所以时代你要既然要搬别人条文过来，你要先说明你的各项目是什么东西，好不好？好，那其他委员还有意见吗？那个好，徐委员之后换钟委员哦。我想柯总召好，可能忽略了我们为什么会提这个修正动议哈，最重要的就是我补充一下了哈。因为
原本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劳动部这边其实给我们的回应是正面的嘛，好，所以我相信劳动部本来就会有这个东西会去做。那我们今天会提这修正案，最重要是关于延长工时，好，以及延长工时，跟平日每小时工资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部分很多规范很不清楚，好，甚至很多公司他搞不好就自己内部搞不好有什么内规或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这个资讯应该呈现出来，我想这个修正动议，我们是希望把这个部分呈现出来。那当然，柯总要考我们这个东西，好，我们会提，就等，所以我才问说你们是不是有草案，好，我们可以看。好，那我这边的回应是这样，就我想我们要强调重点，好，是关于延长工时这一块，好，我们希望能把它很明确，这个资讯要很充足，这个对劳工之后的权益保障是非常重要，哈，这个是我们修正动议的主要目标。好，钟委员召唤柯总召。好，谢谢主席，谢谢部长。因为刚才看到时代特别提的一个修正动议，原来二十三条部分，原则上我们本来同意。但是他现在因为提出了临时的一个修正动议啊，刚刚才拿到，我只是有疑虑，要请部长这边做个一个回应啊。你这个变形工时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工资的一个计算？实务上在账册上的计算方式，因为刚刚时代力量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延长工时及平日的每小时的工资额，这个跟变形工时一定会有互动啊。另外一个。当你的延长工时的时数会不会跟二十四条有所联动？是不是请部长待会也给各委员做一个说明？会有联动啊，一定要算加班费。好，那柯，我来说明一下。好，还是总到要先让我们回应吗？还是先好？既然是在逐条讨论，我想我们应该把很多事情讲清楚，哦，那免得以后立法以后有切漏，哦，我刚才我讲很清楚，时代力量是各项目，哦，你把我要了解你所谓各项目是什么，你应该回答这个问题。那你希望明你刚才又讲说是有关于每小时的工资，哦，包括你现在先修正的，那是你顿号以后再加这两个。我要问你前面那一个是什么东西，那你要想清楚，因为大家要一定要尊重你的意见，所以你意见要表达清楚，你是要提什么东西，后面加这两项，会算不算，反正只要是对劳资，有好的我们都赞成，我们没有说这个站在挑战立场上，只是立法要明确，我希望你提法案的人哪一个人，包括洪淑佑或是徐永明在场，你来说明一下你的原意，各项目包括哪些项目嘛？立法没有这样写法，一个概括性的，这概括性的东西，概括性的东西没有明确化，以后就是劳资的冲突嘛。当然，劳委会、劳动部要去负责这个，但是我要请教提案人，他希望怎样？我们尽量照你的意思写没有关系啊。那你要告诉我们你是这些东西是哪些东西啊？这个条文版本是以前劳动部委托一个教授写的，然后你们把它搬过来嘛。但是我希望你们要弄清楚一点。好的，洪慈庸委员，那是不是洪委员之后我们请劳动部统一回复一下？好，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哦。我们这一条提出来，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用意是哦，我们。在这边讲的是它的延长工时的时数跟每小时的一个工资额，我们为了避免后端的一个争议，所以每小时到底是用多少计，是125还是150？好，那这个当然它有一个基础嘛，那它的基础就是说它的本薪是多少，它的加级是多少，那它的这每小时到底是用本薪去计算，还是用本薪再加它其他加级去计算？那这个我觉得必须要讲得非常清楚嘛。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各项目就是要列出来，我总召你可以无提过薪资单吼，我跟你讲吼，薪资单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项目？本薪、主管加级、专业加级，或者是请假的一个
扣款跟这个这个加班费的部分哈，还有劳退好等等的，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项目。那这个我想这是劳动部的专业，它可以把它罗列出来是没有问题的。那就跟他们共和起工，我们今天要的就是我们有哪些项目，哪一些项目是记录他每小时工资的哦，这个要讲清楚嘛，因为有可能我的薪资今天是四万块，好、哦，我自己以为是四万块，好、哦，那我算下来，我可能一个月可能是一个小时可能是180，好、哦，或是200块，可是哎，雇主他不这么想啊，好、哦，他可能他觉得他只是拿本薪，啊，本薪算出来可能就150或120，所以我觉得这个要非常的清楚了哈、哦，因为后面会影响到这个计算，所以刚刚劳动部讲的说，如果我们要再细的里面去提 ，OK， 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部分要把它列出来，好、哦，那未来劳工跟资方他都会清楚说，哦，哪一些哦，我们需要把它列出来，然后哪一些是公开的一个资讯，这样子 ，OK。好，我们请劳动部回应。谢谢洪委员跟徐委员哈、哦，我想我建议一下，是不是按照原来时代力量的版本先这样子，然后我们在立法说明的地方，把在未来要在细则里面讲清楚这件事情，在这里面先把它定进去。未来我们就按照这个立法说明来进行。然后至于刚才钟委员的意见，我们请洪市长来说明一下。刚刚钟委员提到那个变形工弹性工时的部分啊，弹性工时事实上是就工时的部分做弹性啊，譬如说四周弹性工时，正常工时是40小时，四周话就160小时，那是工时去做弹性化。那超过如果双方约定是这个透过工会劳资会议实施弹性工时的一个规范的话，超过约定的那个工作时间，那个才是计入加班的时数。那另外有提到，因为时代力量的修正动议有提到延长工资明细，然后包括延长工作时间的时数，因为如果在工资明细只提延长工时的时数，对劳工来说，他不知道这个他我这个月延长工时20小时，有多少是在三分之一，有多少是在休息日，那个加班费的费率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要清楚一点，是在施行细则把他有多少是三分之一的加班时数，有多少是三分之二的加班时数，都能够清楚的列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还是维持原来的提案的部分，不需要再特别提到那个延长工作时数。好，请教在场各位委员，对于刚劳动部的建议，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好，我们就这一条就通过哈，可以吗？原题，对，时代力量原题，嗯。我们大家。对对。这样子哈，没有，我们只是说大家都同意，对于你们的这个原来的条文都，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意见，而且这边你们有特别写到，就是说工资各项目好的计算，所以它都包含在里面，我们只要再把细节写清楚，所以对我们这个细则部分，请劳动部会定清楚。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钟委员，刚跟时代那边大概稍微有点讨论了哈，原则上我们都支持时代力量的原修正条文了，修正动议了，原来的原条文。那修正动议的部分，因为有刚刚跟他讨论过哈，
因为这是延长工时的一个时数的一个计算啊，是用列举还是用列式的方式，可能到时候会有很多文字的修正的部分，是回到实行细则的时候由劳动部再做后续的处理。因为延长工时的计算方式在二十四条，待会我们就会讨论到，那相关的如果没有做这些的部分的话，也会回到法则，时代力量版本也有法则，所以 这一部分其实都有联动性，所以在这边特别跟时代力量还有我们其他在座的委员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是不是这个用这种大家互相有个共识的方式来做二十三条的一个原条文的一个保护，那在这边做个说明谢谢。我们看徐委员跟洪委员那边，好，没关系，我们稍后一下。我们请洪委员，你要讲吗？哈，这二十三呢，看你们意思怎么样。好，刚刚我想劳动部提供一个意见现在他们建议说，我们在说明里面把刚刚这个我们就是比较介意的，就是每小时的这个工资还有他的一些明细，把它放在这个说明里面，那未来就在细则里面明定出来，那再送到立法院这边来做一个审查。就是你二十三条这个修正动议这个划线的部分，把它加在说明栏。好，那我们这个部分二十三条就按照时代力量党团原条文我们通过，然后就是说明栏把这个洪委员这边修正动议的部分、划线的部分，把它加进去，加到说明栏里面。在细则里面订定。OK， 那其他项目我们会在细则请劳动部把它罗列清楚。好，那我们二十三条就修正通过。来，我们进入第二十四条，请问二十四条嘛？好，请王委员。对不起，我们这边二十四条有修正动议，我们请先宣读一下。第二十四条修正动议，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其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依下列标准加给：一、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一三分之一以上；二、在延长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延长工作时间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前项各款之延长工作时间计算单位为半小时，未满半小时者，以半小时计。延长工作时间之计算遇有争执，若劳工提出记录及计算者，雇主应就相反之主张负举证责任。提案人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洪慈庸、徐永明。宣读完毕。来，请王委员。好，这柯总召今天很认真在修法很高兴可以参与卫环委员会了那个，等一下，我要提的是程序的问题，因为二十四条其实劳动部的版本已经提到了三十六条一例一休的问题，所以本席在这边具体建议二十四条、三十六条要并案审查。因为以往在审相关的法案就是这样，要不然在前面讨论没有意思啊。那个下面三十六条一例一休没有过的时候，在这边他下了一个条件是说，关于第三十六条所定的休息日，他虽然法条是放在这边，但是我们审查的顺序，本席具体建议就是应该要并案审查。那如果是并案审查的话，本席这边要先针对三十六条部分，我要就叫我们劳动部部长。等一下，王委员，你如果建议
并案呢、啊？我先请教，我先请教一下那个对于这两条并案审查，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是联动性的条文啊，柯总，知道你这么专业，好对对好，那我们并案审查的话，那我们是委员，我们36条有修正动议，也请宣读一下。好，第36条修正动议。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2日之休息作为例假。提案人委员李彦秀，联署人委员蒋万安、陈怡明。第36条修正动议：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为例假，1日为休假日。第37条所定之休假日不列入前项之计算。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第一项规定之限制：一、依第30条第二项规定跟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1日之例假，每2周内之例假及休假日至少应有4日。二、依第30条第3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1日之例假，每8周内之例假及休假日至少应有16日。三、依第30条之1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2周内至少应有2日之例假，每4周内之例假及休假日至少应有8日。雇主使劳工于第一项休假日工作之时间记录第32条第二项所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雇主使劳工于休假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时数不受第32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提案人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洪慈庸、徐永明。宣读完毕。好，我们请王委员。谢谢主席。主席先请这个劳动部郭部长。请部长。喂好。部长，本席要请教你哈，昨天其实我们在公听会上面呢，这个出席的专家学者他讲得非常清楚哦，他说你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休息日不是假日，我们有所谓的国定假日，而且有这个例假，然后有特休，请问你的休息日是不是假日？你休息日到底在我们原来的法条上面的定位，它是属于什么？它是不是属于假日？是或不是？休息日，我们的特别是定在36条，7天又2天的休息，所以其实是在我们的立法意志说明写得很非常清楚，它是以休息作为原则的部分。那休息就不是假日嘛，对不对？它其实因为它是它就不是一个假日的概念嘛，其实是，但是它就是并入延长工时的去计算。对，所以它是延长工时，它是休息时间，它不叫做假日，对不对？但是它是就放假，应该就是它没有出勤啊。他就不用出去，所以他是休息时间嘛、啊。我只是就昨天我在公听会，我听得非常清楚哦。这位学者他提出来的概念，我觉得他非常清晰，他直指问题的核心。今天的一例一休，我们在劳基法上面规定的例假日，这个是非常有强制性的，非常清晰的，就是应该要休息，就是他的休假，这是劳工专属的休假。那你现在发明出来的一例一休的这个休息日，现在学者挑战你是说休息日不是假日，那如果从刚刚司长的回答里面也很清楚，你说这是休息时间，它不是一个假日的概念，对不对？我再说明一下，我刚刚没有说休假，是因为劳基法37条有针对什么叫休假，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国定假日，因为法定的用语是休假，是指劳基法37条所称的休假。对，但是36条很清楚的，7天有2天的休息作为，其中现在目前法条7天有1天的休息作为例假，例假不是休息吗？例假也是休息啊，但例假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呢、啊。是，司长，我今天要请教你的就是说，昨天学者的这个论述我听得非常的清楚哦。他说休息日不是假日的概念，而是在假日跟正常的工作时间的休息时间，就等同是晚上加班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清楚的定出来，7天有2天的休息。所以他提出来的指引是，你现在要用这个休息日来换国定假日，这是不成比例的。要砍掉7天的国定假日，他认为这个当然是劳工权益的受损了、啊，这是不等值的。其实大家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在 LINE 上面传的。
其实劳工朋友他在讲的是说，你现在这个位阶是不一样的，在法令上面他位阶就是不一样。你刚刚也讲，他既不是例假，他也不是所谓的休假，这个休息日他其实就是一个休息时间。那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你们怎么会说现在的一例一休对劳工的保障是最好的呢？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部长。部长，昨天在这一个相关的这个询答里面，其实大家指出来，2015你们劳动部自己的报告其实已经讲了，就是2014年年度的实际的年度工时是2134.8小时，对不对？103年嘛，对，2014年，就是你们自己委托的报告是2134.8小时。那我们现在法定的工时呢，是几个小时？我们现在法定的工时是几个小时？103年的时候，法定工时是2周84小时啊。那现在今年105年开始是1周40小时，对，所以我们的法定工时是几小时？如果全年来算1周40小时的话，那当然是2088小时。你怎么会算2088呢？当然委员有提到的是，你是把那个国定假日，你的数字可能当然你现在今年的国定假日19天还在，那所以当然是1920小时啊。那我请问 OECD 他们的工时是几小时？平均 OECD 国家一整年的工时是几小时？刚刚昨天这个部长也特别说明 ，OECD 国家是几小时啦？讲数字啦。全时工作将部分工时的工作的不用再讲全时工时，全部算进去。几小时？你回答。工时只有3.1%。几小时？回答不出来，市长不知道数字对不对？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告诉你啦，1771小时，昨天公听会你们都没有在听，是不是？学者都把这些数字告诉你们了啦。我们有数字，有数字。那本席这边有，你们还在那边想半天。那所以问题在这边嘛。昨天学者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有立论根据的嘛。如果你今天的一例一休要达到，是想要降低工时的目标，他直接就告诉你了。砍掉7天的国定假日，瞬间增加的是56个小时的工时，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政策目标？如果我们说过劳是现在我们想要帮劳工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的一例一休，请问解决了什么？没有啊，他在法的位阶上面只是一个休息时间，没有强制性。那另外一个，你因为这个通过，你又要砍掉7天的国定假日，瞬间又增加了56个小时。请问你这个政策的目的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是要有效的缩短工时吗？还是说它一定会产生工时减少的效果？你刚才只考虑到那个7天假，但是有没有考虑到84小时变成40小时的时候？这个早就完成了，不是你完成的，很抱歉。所以统计数字看起来是有下降。这个在立法院早就完成了，不是你完成的。我们今年开始看起来是往下降。这个在去年上一届。我在卫法委员会，这不是你的功劳，这是陈雄文的功劳。我们没有把他揽功的意思。对，所以你不用拿出来讲。看起来工时是往下降。24小时缩减成40小时，是在马政府在陈雄文部长任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说跟你有关系。今天本席要请教你，就是说，上半年的工时是给自制降低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你现在一例一休可以减少什么？这个不是你的功劳啊，早就已经是变成单子。就是每周40小时啊，这是在前政府做的哦。请问你现在的新政府，你新的劳动部长，你推的一例一休，你要达成什么样的政策效果？你应该是要让他的工时再下降，不是吗？一例一休，这才会是你的政绩啊。一例一休是一定很有很一大部分人是，他真的是他那个休息日，他如果不加班，他就去休息嘛。我们只是保障那一些。但你又砍了7天假，所以他的工时，所以你造成的效果，你没有增加什么？就是你增加了什么？搭配了52天的休息日跟这个13天的，你增加了什么？其实每周40工时，他很多其实你前半年哈，前半年已经降低了5小时了。前半年已经降低5小时了，效果已经慢慢显现出来了。我相信下半年会降得更多。这你一例一休也都还没有实施啊，你在说什么？所以这
所以那都是前政府的功劳，你在说什么？现在已经自己在调整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所以这是单周四十小时的功劳啊！我们未来这个部分，这是把双周八十四小时变成单周四十小时的功劳嘛？你的一例一休根本版本都还没有通过嘛？所以如果现在有的都是因为。把这个八十四小时改成单周四十小时的功劳嘛？今天本席要请教你，就是说，你今天是官方提出来的法案哦，一例一休的法案，我只是要请教你，你要造成什么样的政策效果？你可以形成什么样的政策效果？我刚刚的问题你没有回答。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吴志扬委员版本，还有我们待会修正都会提出来的，都是周休二例，它可以达到实质的强制性的效果，加上。不砍七天假，它达到的是实质的可以把工时有效的强制性的缩短的效果。这样的效果，请问劳动部你要或不要？这当然是对劳工最好的法案呢、啊。如果你是劳动部部长的话，报员，如果你说周休二例可以达到降低工时的效果，我们的一例一休也一定可以。但是我那个是逐渐是慢慢往下降的，你那个是很危险的，一下子马上就降，很危险，造成伤害可能更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很多劳工他愿意，他想要加班，这请大家听清楚了，他想要加班，他平常下班也可以加班啊，一定要礼拜六逼着他来加班吗？你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成立嘛！我们现在是有限制劳工一到五下班时间之后不能加班吗？你们的说法完全是在鱼目混珠。一例一休是比较弹性的啊，两例真的是很硬，所以调市场真的是会有困难。所以我常强调说，现阶段就是一例一休比较可以适合大家的需求啊。但是你那个工时，你两例可以减少，一例一休当然也可以减少啊，因为加班不是人人加班，对不对？有需要的加班，我们慢慢的软着陆不是更好？软着陆是啊，请问我讲说，昨天到二例以前，昨天到二例以前，我们先经过一例一休来调。我希望部长在这边哈、所陈述的事情都要负责。昨天其实劳团也计算给大家听哦，你们常好一个说辞都说中小企业承担不起，他也算给你听了。台湾的中小企业平均每家雇用六个人，然后如果我们实施了周休二例之后，还有这个不砍七天假。他事实上，他的成本一年增加多少？你昨天有没有仔细在听？你告诉我答案。我有听到，但是我他说多少？你说，我要看你在现场坐那么久没有在听。四万多块，我记得是这样子。但是我这样子是一个硬着陆会倒闭。主题被磨灭掉了。台湾的中小企业应该没有这么脆弱吧？这样子的话就会倒闭。不是他的负担能力。我想在这边，我要再一次重申哦，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在座的卫环委员，我们都支持周休二例，加上不砍七天假。因为如果我们是卫环委员会，我们要论，我们今天不是经济委员会，我们在卫环委员会的委员，一个任务就是捍卫劳工的权益。昨天的公听会，所有出席的劳团，还有来的多数学者，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最佳方案当然是周休二例，加上不砍七天。国定价，所以今天在这边讨论逐条的时候，我们立场非常的坚定。我们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的版本就是这个版本，谢谢。报告主席，那个我也补充一下，七天假，我们的基本主张是七天假是为了追求全国一致，希望能够达到我们民众的生活作息能够一致化。那么如果假的问题，应该从假期处理，所以去检讨特休。第二。一例一休，我们当时弹性的做法，我们是希望能够这个比较有弹性的做法，比这个周休二例真的是很硬性，也不能调班，也不能够加班，也很难去这个做这个出勤上面的调整，所以我们还是觉得一例一休是比较有弹性的。我觉得部长，你还是把那个七天假的那个从十几年前那个缘由哈。来龙去脉你再交代清楚，还有刚刚王委员提到的，确实但这个双周八十四小时改成这个单周四十小时确实不是你的功劳、哦、那个从来不会去管这个功劳，确实不是你的功劳了。但是因为现场刘传明有参与嘛，是他的功劳嘛，他跟那个陈雄文部长一起的嘛，给他的意见，但是我们的加班费总额因此变少了，这个你们也是要负责嘛，所以现在要处理，你该处理是好好处理这个我们加班费比以前双周八十四小时减少的问题呀、啊。好，你这个两个部分
你麻烦你说明一下。说，我特别说明说这个七天假哦，我常常讲三点理由给大家参考是：第一个，它的历史缘由，各位一定要知道。可能在座里面哦，我。这是37条，等一下再讲嘛。现在讲36条，要这样子扯不清好不好？没有啦，我是说公务员、这个有关系的，刚刚有讲到七天假嘛，会牵扯。牵扯到没有，我只是请他把公务人就是那个缘由哈，那个脉络你讲一下。不要，对不起，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我应该可以提出疑问嘛？哦，对对对，不是，不好意思，也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嘛，待会请陈委员上台嘛。现在先回答我的问题嘛。我说我现身说法是，我90年的时候的修法过程，我是参与的，我是知道的。我们修法这样子是 OK 的啦，主席可以在台上询问啦， OK 的啦，是啦是啦，我做三届，你做第一届啦，啊就没有人举手啊，没有，我先的好不好？没关系啦，我们让部长讲，等一下陈一鸣陈委员之后换黄国昌黄委员好不好？之后是李彦秀李委员，不用我记得。我们在修法，好了，麦克罗，请部长来。是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七天假的历史也有。他妈90年的时候，公务人员实施周休二日，那个时候的配套就是国定假日由19天变成11天，他有7天是只纪念不放假。那个时候劳工为什么没有跟进？是因为修法没有修过，他只修过一个2周84小时，所以那时候劳委会，我在劳委会服务，我知道很清楚。他讲说这个是这个状况，因为没有办法修法修过，所以暂时还是保留这七天假。那时候前提是希望有一天也落实周休二日，跟公务人员一样的时候啊，这七天假也要只纪念不放假。我们等了15年，等到今年。终于周休二日了，所以应该那七天假就是要把它跟公务员一样，要全国要一致了。但是我们今年的问题是36条，那时候没有休，只休了这个时间，从2周84小时变成1周40小时，但是36条没有休，还是周休一日，所以造成很多的企业就把这个40小时放到每一周的6天里面去，所以礼拜六那一天来上班。连加班费都没有，所以我们修了36条，变成周休二日。我再强调，一例一休就是周休二日，就周休二日。所以这个历史也有，大家很清楚说，今年我们等了15年了，终于这个时机成熟了，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个是跟公务员完全一样，这个历史也有。第二个，我强调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有更上位的目标去达成，就是全国的生活作息要一致嘛。各位看看，有放假没有放假？那天开车能不能左转？停车的费率不一样，连吃饭的费的标准都不一样。这个全国要一致，这个是上位的目标。如果因为这个七天的假变成只纪念不放假，造成劳工的假日减少，那这个问题在哪里？从哪里去解决？我们去检讨特休去处理。第三个，我特别强调，从统计数字，即便它是103年也好，104年也好，有 61% 的人，他已经是周休二日，而且国定假日已经调整为12天，这些人权益不会影响。第二，35%的人，他是周休一日，他的国定假日19天，经过这次修法之后，他就可以变成是周休二日，而且他的国定假日变成12天以后啊，因为他80小时变成80小时，所节省的1年13天，扩掉7天，改成只纪念不放假，所以他还有6天的减少工作时间。这个是最后还有4%的部分是原来就已经是周休二日，而且雇主给他优于劳基法给他19天的国定假日，这些人我们正在调查，希望能够透过辅导的方式，让这雇主能够维持原来优于劳基法的标准，让他还是一样修法以后还是可以有19天的国定假日，同时可以周休二日，所以这个权益的这个影响上面已经降到最低了。好，那加班费问题应该到我们晚一点再讲哈。那个，但是你记得，就是
怎么减少，再怎么加回去，你要交代清楚。好，我们后面再讨论。我们接下来请陈一鸣陈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请一下部长啊？好，谢谢，请部长。好，部长，我感觉你哈，讲话讲话都结巴了，说谎都不打草稿了哈。没啦，因为是事实，所以就不会结巴。有啊，刚刚你都一直结巴，所以显然就不是事实啊。好像昨天，其实因为我们公听会一开始本来还有一些公听会的劳团的，或者是我们学者专家说希望能够跟你能够对话嘛，但是也没有对话的空间。但是我今天就要问一下了哈，其实一例一休这个问题，依据你们在委托这个邱俊彦邱教授的研究的指出，法定的工时的现在基本上是参考了，我们其实要降的是实际的工时啊，这是也是我们全国劳工的心声了哈。所以法定工时是一回事，实际工时又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昨天其实在我们的代表这个电子业的这个林明哲吧哈，是秘书长哈，他其实就有在他的这咨询稿里面，他就他要说明里面哈，林明哲林秘书长哈，他就有说了，他说你们哈一例一休其实是假的周休二日啊，为什么？因为这部分哈，其实你们在行政院的版本说帖里面根本呢就没有哈说清楚讲明白，他给的这个是你们劳动部公开说帖的投影片啊，今天其实在整个的立法院的公报的初稿里面后面在第419页，好，这边这个 PowerPoint 很明显就看到了，所以他就是说，好，你们这个行政院版本，如果说是要让一个雇主让这个员工在休息日要加班，需要经过什么程序？好像没有什么程序啊，其实是不是可以说明？好，那在草案中完全没有规定，一般的加班、休假日的加班、例假日的加班，现在劳基法全部有规范，独独这个休息日，在目前这个你们提出的草案中，提有加班费的提高，加班的时数要计入每月的上限，但是没有任何需要工会、劳资会议或者是劳工个人同意的。有了，我昨天有答复啊，这个所以有吗？有啊，定在36条，你回到32条，就是要经过工会。如果没有工的话，就是劳资会议同意。有32条，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嘛？已经有，昨天也跟他说明了。好，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根据这个我们陈正亮副教授，另外一位有参加公听会的哈的一个教授，他提到说，依据先进国家降低工时的经验，都是先定一个目标，好，然后再采取一系列方法来把这个工时降下来嘛。但是你们现在都是先射箭才画靶，那这样子实际降低的工时其实非常的有限呐。所以本席其实是主张，应该是要限制这个加班时数，规范雇主使用延长工时的规定了。而第一要务就是要把例假日、国定假日、特休的规范要定得更严格，没有模糊的例外的空间了，要不然的话这个就会造成这样子的状况了。说不然你们现在说是什么软着陆，又是先用一例一休，将来才要变二例，为什么不直接就做二例？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昨天的整个公听会是一面倒，我们劳工朋友专家学者都是希望说政府能够倾听劳工朋友的声音，好，能够好好的去修这个法了。那另外一点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昨天其实这个许维栋许先生他其实是已经昨天都昏倒也送医了啦。他在现场都已经是绝食超过280小时，然后到了绝食第12天，他跟我们陈英委员都一起送医啊，你有感觉呆他拉着你你们两个是一起坐同一台救护车吗？不一样救护车，他现在在医院呢。我们陈英比较 strong 哈，现在已经回来，我们给他那个掌声哦，真的是他比较壮啊。那但是他人家休他那个绝食了12天呢，他绝食12天呢，哈，不管怎样呢，我们觉得啦，就是劳工朋友现在还有3个也还在绝食哈，虽然我们许维栋现在是送医了哈，那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啦，像这个
周休二例，我们其实党团是有提出来，是我们的这个吴志扬委员提周休二例。你们现在要用一例一休的这个版本，在这个修法的过程里面，应该要更清楚的去界定了，要不然的话，这边其实不要有模糊的空间了。好，谢谢。包括昨天陈正亮陈委员的意见，后来也回应了，就是包括他说要控制那个加班的时数，我们现在就是在46小时之内嘛，有昨天嘿，所以这个大概我们这方面意见倒是很一致。不过对于这个周休二例跟这一例一休，我们还是觉得他们所坚持的原来的理由还是一样那些，所以我们也是认为我们还是一个比他们更好的。好，那个黄国昌黄委员，哎，部长你好。委员好，黄委员好。我希望今天我们讨论法案哈，我们把问题的层次啊，我们一层一层分清楚，那尽量不要把很多问题搅在一起讲，这样子其实对问题的解决没有太实质的帮助。谢谢，今天委员这个声量，我听起来就比较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不会啦，你只要针对问题。你只要针对问题回答，我的声量永远都会是这样。谢谢，谢谢，谢谢，好多了，好多了。第一个哈，就是我昨天其实，在上一次质询到昨天公听会，我都有跟你讲过哈，就是你们一例一休这样子目前的设计啊，其实是延续着劳动部长久以来的规划嘛。是这个在陈雄文上个会期的时候，当大家挑战他为什么砍七日假的时候。他就说接下来会配合一例一休来做调整嘛，那只是说在你的任内，上次委员会你说的是你做的比较快嘛，做的比他完整嘛，做的比他好嘛，就是多了一个条文呢、啊，就是36条、啊欸。好，没有关系、好。那个一例一休的整个立法上面的设计，我昨天也跟你讲过，我追溯整个劳动部。在整个立法历程当中、相关的文献，那当然啦、你一直承诺我。所以有其他的东西今天会再补给我，没有关系啊，我今天整天都在这边，我会慢慢等你把资料先补来。但是我先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哦，现在24条跟36条合并起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你们24条今天就接下来的部分，在36条你们锁定的休息日工作的话，你们有用1+1/3跟1+1/3来计算是？那我现在比较困惑的事情是说，当初你们自己内部所做的研究报告给的立法建议是1+2.5啊，你们为什么不采？这样不是对劳工保障比较好吗？对，可能我们昨天回去翻的你所谓邱老师那个说你连夜看完那个9页的东西啊，不是九页啦、人家写的报告总共有190页，哎，哦，谢谢那。我觉得里面好像他的意思是1+1.5，不是1+2.5啊。你需要我念条文给你听吗？我看还不止我一个，来哦，好几个。39条第二项，雇主经征得劳工同意于休息日、休假日及已排定之特别假日，除了要另外按照前项规定给工资，应加给每小时2.5倍，应加给每小时2.5倍。除了依照前项给，应加给2.5倍，所以1+2.5法条的文字很明确。来，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解读的？你说明的，请说明。公务员报告一下哈，学者的建议，我们其实在跟一些团体在沟通。我们现在那个行政院的版本的部分，其实是以4个小时作为一个这样的计算。我先停一下哈。对不起，针对问题回答，刚刚主委的说法是他认为我条文念错嘛，那我现在问你的是我条文哪里念错？如果我条文没有念错的话，请部长勇敢的站上来承认说对不起委员，我错怪你了，你的条文没有念错，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考虑。
委员，你刚刚念的对不起，我问的是部长。部长，他是念他讲的是第三十九条。你还是坚持是一加一点五吗？我刚条文已经念给你看喽，你要不要我把条文递过去再给你看一次？还是请主席把时间停下来，我们用大的电脑萤幕放给所有与会的委员来看，看我的中文是不是这么差？好，没关系，连法律条文都会念错。我们暂停一下好了，把那个准备一下。请注意，我们黄委员的音量已经开始提高了。黄委员看起来我们两个都没有错，因为你念的是，委员你笑起来还是不错，我觉得你念的是三十九条。等一下，是那个我念的是二十四条。来，我念一次给你听哦。雇主亲征得劳工同意。于休息日，这个休息日的概念只有在一例一休下有嘛？三十九条的规定，于休息日嘛。好，于休息日工作，除了依照前项规定给工资，应加给每小时二点五倍。我念的没有错，所以我跟你说明一下，我们二十四条是需按平日每小时工资一点五倍，所以是一加一点五嘛？一加一点五。那我刚我念的条文是不是一加二点五？三十九条，对嘛，所以我们念的条文，所以我没有念错嘛，你浪费我这么多时间，结果只是在澄清你自己条文念错，主席的时间是不是要还给我？部长，条文不一样了，我就快气死了，到这样子这么简单的事实问题，你还要凹，快气死哦，不要扯了嘛。这个是延长工作时间，我现在在跟你讲的是休息日，我们在讲一例一休的休息日，然后你再跟我扯延长工作时间，部长，是你讲错还是我讲错？要不要跟与会所有的委员澄清一下？我这边要跟委员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放在三十九条，休息日的加班费就加班时数是不计入延长工时一个月四十六小时的。大家要思考一下，那跟我讲的，这个你的加班费的给给到底有什么差？对劳工的延长工时没有关系哦，大的一个影响。对于劳工的延长工时才会计入每个月四十六小时。请你制止他。你不针对我的问题回答，你在那边。自顾自己讲自己的，你打算今天在审法条都是用这种态度吗？我问的是很简单、很客观、很公平的问题。刚刚部长指教说我条文念错了，部长，刚我们对过了以后，是你念错还是我念错？我讲的是休息日的部分，来跟大家澄清一下。我跟大家澄清一下，我应该讲的是三十九条。对啊，那我是讲二十四条，所以对啊，所以你说的是错的嘛？现在我要跟你讲的啦，哈，劳动部现在休息日要加的钱是不是一加一点三三跟一加一点六七，对吧？加班的不延长休息日啦，休息日延长工时。对啦，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人家当初的建议是一加二点五，你砍下来的理由是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要搞得这么复杂吗？包围问题就在，如果按照这样学者的建议哈，二点五倍的话，它就不计入四十六小时之内，这个差别在这里啊。好，没有，我们是计入四十六小时的，没有关系。我们先把问题的层次分清楚，一个一个来哈。那第二个部分，你们现在推一例一休啊，这个休息日的概念啊，跟我们一般所在讲的三十七条休假日的概念一不一样？刚才已经有委员问过了，我们大家说明过了，是不是再说明？所以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它的法律效果都不一样嘛？它都是放假一天，都没有上班。好，那如果上了班以后，加的钱一不一样？加钱不一样。加的钱不一样嘛？好，那第二个，你们说你们推一例一休，是因为想要落实周休二日嘛？我这样说没有错嘛？好。那如果在休息日上班，它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就是给加班费嘛。它是计入延长工时。对，那另外给加班费嘛。给加班费是。对对嘛，好。所以假设今天有人上了五天班了以后，又继续在休息日上班的话，当然啦，你们说会计入延长工时，会多给加班费，想要以价质量要数字控制，这些讲过的话都不用再全部重扯了啦，
礼拜六的那一天，现实上就还是有上班嘛？我这样说没有错吧？是啊，对嘛？放假为原则，加班是例外。对了，好。那第二个是你赞不赞同？如果真的要落实周休，因为现在我们在处理落实周休二日，显然是希望延长大家的休息时间嘛，而不是利用休息日去让大家赚加班费嘛。我不晓得我这样子的概念，部长同不同意？嗯，原则上同意。哦，你讲话都很有技巧，没关系啊，我们还在看你的例外是什么啦。好，因此，如果说假设啦，二例的理想，部长一直说我们现在达不到嘛，很多中小企业主有困难，希望多一些弹性，所以重点是弹性嘛。嗯，啊，这个我都了解。好，如果在休息日上班，它所产生的法律效果，除了给加班费以外，还要再另外补加一天的话，是不是更能够落实降低工时的立法目标？我的问题听得懂吗？听得懂。好，是不是更能够落实降低工时的立法目标？是不是更能够抑制在礼拜六那一天大家就不要来上班了？是不是如果礼拜六真的来上班了，那没有关系，我降低工时的目标，我还会再补加一天，所以劳动朋友你不用担心。我这样子的说明应该够清楚吧？现在就这样子啊。包伟，我可以说明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从比例原则看起来，我是怕你不说明而已。放假之后再补休，现在大概只有40条的天灾事变跟突发事件。嗯，没有，我现在纯粹是问你说，要贯彻你目前来讲目标的话，对，目前来讲的话，如果要贯彻你的立法目标，是不是说好？你也赞成嘛？一例一休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去休息日赚加班费嘛？我们的目标是要落实周休二日，落实周休二日。你在委员会一直讲到公听会，讲到今天还是这样讲，那没有关系。我就用你要达成的立法目标，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二例如果又太僵硬的话，是休息日加班费的比例跟成，就是说给加班费的比例，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第二个部分啊，是说，如果说在所谓的休息日，你上班的话，那显然就没有办法达到降低工时的目的嘛。这样我说没有错嘛？那你事后再给他补假，不是更能够抑制这样的发生？那你所希望有的弹性还是有啊？包爷，所有的这些规划设计啊，都需要去建立社会共识啊。那么能不能有这样子这么比较优渥的这种设计，我觉得是还是真的是需要去对话啦。那现在我们没有嘛，我现在只问你啊，固然是可以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就部长的立场就部长的立场，你要达到你的立法目的，刚刚我说的那个立法设计是不是比较 make sense？ 我们或许未来可以再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但是现在来讲，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啦，现在来讲还是觉得你现在来讲能够做到最好的。就是劳动部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是这样子，是的。因为前面浪费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扣掉，是不是？没有这个事情，我一定尊重主席的啦。因为他刚刚前面，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再继续吗？好。那第二个事情是刚刚我们已经建立了嘛？休息日跟休假日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不一样的嘛，刚刚我们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就休息日不等于休假日，因为它在我们的劳动基准法里面另外的有产生它的法律效果，我这样说没有错吧？对，是让它计入延长工加班，是对嘛？好，那个今天都有立法记录我在上个会期第一次跟部长碰面的时候，我有提醒过部长，你们在进行法规范的在进行修法的时候，因为你新设了一个法律概念，叫做休息日，所以我有提醒你们，回去检查一下，有没有进行法规范全面的盘整。那个时候你跟我说好，你们会回去做。那我现在再请教一次，请问你们做了吗？这个谢谢委员的提醒啊。其实因为这个休息日这个法定名词啊，是在现在这一次的修法当中才明定出来的，就是因为这样。那其他的法规没有休息日这三个字，对不对？那所以你们认为说，以你们现在劳动部对你们提出来的修法版本有信心就对了。
希望 我现在啦哈，我只能跟你们讲，你们捅了大篓子，整个劳动部上下还没有人知道，我非常的惊讶。我这还不是我没有提醒你的状况哦，我一直跟你们讲，回去找，认真看。我现在再跟你讲一次，你们捅了大篓子。好，那你如果不相信我讲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我基本上不太赞成劳动部这次提出来这样子的规划设计。但是万一到时候不信，按照劳动部的版本，哦，过了立法院的审议之后，我一定会告诉你们，很清楚的告诉你们，你们捅了什么样子的大篓子。好，谢谢，谢谢委员。我包包委员一定要等他们投了。对啊，包包委员，这个那个，是李彦秀委员之后，你要让柯委员先好，然后之后是李委员，然后再蒋委员。是篓子那么多，很啊，对不起，我的疏失哈，那个来。没关系的，我们就这个修法按照顺序，我们待会儿请那个一阶委员先好，然后再换蒋委员哈。啊，篓子很多，早一点讲比较好。OK， 刚才好委员哦，那部长，注意听讲，不然总召的音量也会提高。昨天黄委员特别借我一本书，我怕看不完，所以回去赶快去买一本。对，我是讲的意思说，我讲一下，大家听好嘛。啊，同松大篓子立完审查法案哦，就是见真章的，我在卖关子，所以以后你通过怎么样，这个就不是委员会中心主义了。你不是委员会中心把很多事情讲清楚。我今天正针对刚才洪光讲的话，我很赤壁的讲。昨天公听会，郝委员一直拿着一个辅仁大学一个教授。叫张金燕的教授的一个研究报告，邱金燕报告一直在打，把这当作圣经了。今天我们在审查法案，是立法委员各党要把自己的版本说明清楚。今天我们看到十三项版本已经改了，好，等一下你应该说明什么叫休假日。你在我们休息日，我提了三十九条，把它定义清楚。今天是你要来这里，你第一个代表时代力量发言，你应该代表说，我为什么修了二十四条再修？我为什么三十六条改成一例一休假日？你只有过去是两例吧？对，啊，两例，国民党吴志强版本是两例，可是他是加两例，他是可以加班的。那国民党版本回到时代力量版本，时代力量自己的版本又跳开了，叫一例一休假日。你应该在这里阐明你所指望的是什么？不是哪一个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是过去劳动部的研究报告，请问这种委托研究报告难道是圣经吗？那这个一直在打什么2.5倍，他这样讲说2.5倍啊，那现在我2.3、2.66也是差不多啊。不是在这里，你说很喜欢讲层次，你要把你最高层次，你今天要表达是什么？那讲半天又卖关子，哦，这个很大篓子定的戏，啊，我就。你要不然把那新法的，好不好？我先讲清楚，整个劳基法的修正，我们在这很负责。我们提的版本为什么要修24条？为什么修36条？啊，为什么过去所谓双周罢市改单周四十，以后后续引发的纠纷，大家要把这历史的过程看清楚。在国民党时代，所谓的刚才王玉明讲说，这个是国民党主张的，马英九时代的。这单双周罢市改为双单周四十，要讲四十嘛哈，这个是赵天麟委员提案，先提案再先，然后国民党再提案，但是都没有配套，市民都没有配套。那时候大家都搞政治，坦白讲，你把过去的历史，你这张天你也在嘛，然后翻开过来，谁先提案？但今天不是在争这个，真的，我们今天要真的如何把问题解决？如何把问题解决？所以当然那时候对于。这个二十四条的细则进来，我们把它挡下来嘛，因为你没有配套嘛，所以我们挡下来啊。今天他砍七天，叫我们把它挡下来。今天我们是整个配套，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36、37、38，那整个包括二十四，这整个一连串来看，那我们今天在这应该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不是哪一个虚幻的东西，别人研究报告当圣经，这样一打人家，
这何其不公平嘛！今天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研究报告是有没有道理？那时代力量的二四三十六条，我告诉你啊，你二三条是从那研究报告167页抄来的、啊，完全一模一样啊！你的三十四条从170页完全抄过来，这有没有盗用制裁权的问题？有没有尊重人家？这是这样，你的时代力量的版本就是如此嘛？罗尚啊，难道那第几页？我告诉你，167页、170页吧。你二三条和三四条就从那边完全抄过来，可是人家这个研究报告也要讲一例一休啊，你为什么没有不提一例一休了？是吧？所以今天我很高兴，洪昌委员，你们把你们的本来的恶例改了，这个大家有空间来谈的，这真正的解决问题开始了。但是我要请教你，你刚才一直在那节目部长，怎么叫邱家日？邱家日本席提的版本就在那里，因为一例一休，所以我们把邱家日写清楚，不是无薪假，是啊，休息哦，休息一休息日哈。你们休假日没有定义的，劳基法哪里有休假日定义？你要重新定义你的休假日，你是改一例一休假日的，我们很负责。难道大家来辩论，好好辩论没有关系？这是整个背道，因为当初改单周四小时的时候没有配套，没有办法达到周休日，只是周休一天而已，所以把它改为一例一休，就是这样原由来吧。那休息日现在很多劳工需要加班，薪也需要弹性，所以我们把这个加班再 double， 这是这样道理。那这个报告里面讲 2.5， 我们 2.33 2.6 也是 2.5 吧。今天就不是争点，今天争点不是说这个邱教授是的版本的时候，你们抄来的这种版本就是圣经，没有这个道理，各党各自己负责。所以应该程序上不是现在挑战人家，我怪教你的练习，你应该人家就苦就来攻，你班门为什么这样转折？你逻辑是怎么样？你是不是要替劳工解决问题？我们就是这样，要替劳工解决。但是今天很可惜，不是这样版本，今天国民党又改了，改为两例，改为两例不给两例，对啊，你们现在修正版本，你又改了两例不给加班，要回去靠拢时代力量，实际上向民进党这边来靠拢，那写一写去啊。啊，再写起不要紧，大家呢，大家写下赢得。所以我希望说，今天是把法案内容大家阐明清楚，各党要负责时刻到了。今天不是讲大声的赢，吼、哦，拜托大家今天好好讲。我今天一开始就一直当故意装的若无其状、嬉皮笑脸，跟各家打招呼。我是希望说，拜托今天大家好好讲，但是要讲重点，哪个讲我打破天话去。十八天外的事情不要再讲了，希望也不要再讲了，什么层次逻辑、宪法都不必要讲，很实际的都是这些东西。国民中听会，我从头到尾坐在办公室听。那先生说我没有气不行，就把座位掀掉。我知道，说我们党团三党没有来，说我们来没有来不行，把座位掀掉。我很仔细听每一个人讲话。我告诉你，好，我们在做法案是很专业的，我很认真、很切实的。这我们要负责的时候到了。是共立委共同来解决问题，各党各自负责时刻到了，所以我拜托，我们就是从条内容，我第一个请主席拜托主席，你请时代力量和国民党先说明他版本嘛，那调换来，哎，通不，再怕什么？你改有版本的外公啊，就改你妈了，啊，好不好？你自己看，你就不要，你改换你的版本，你现在改为恶例了，好。研究报告，他当我神经病，你们在这里吵在骂，好不好？先应该大家要说明清楚，民进党版本，部长会说明，说明过我们这么多委员补充说明，我们好好来谈。等一下啊，那个没关系啊，等一下那个李彦秀委员他有提修正动议，他接下来轮到他。刚刚李委员是跟柯委员换顺序哈，那之后是怡杰委员，然后就万安委员。但是我请示一下各位啊，因为现在已经十好，再下一位就是黄文。等一下，我们按照顺序，你要看李委员要不要跟你换？等一下，让我请示，请。那个，因为现在11点，我们是不是李委员讲完，大家同不同意？我们休息10分钟，同不同意？5分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5分钟。
都不好意思。何总长，你不要走得那么快，因为你刚刚点到我，拜托你稍微，我跟你换，你要稍微听一下。柯总知道我尊敬你在立法院这么多届，很专业，审法案很专业。虽然我是第一届新科的立委，但是我在提案的过程当中，我们研究室其实我们也很认真哦。我再一次强调，为什么在上一届的时候，柯建铭总召也曾经提过二立的版本在这边。今年四月五号，这一届的立法院外环委员会的时候，二立的版本，当时王玉敏招委审查这个法案的同时，在现场没有一位民进党的立委反对这个版本。但是为什么过不到几个月，二立的版本大家突然转了一个弯？一立一修，部长你请上来。如果一立一修真的是可以降低工时，我提一下，目前台湾的过劳的状况是比目前国际组织是多45天，比一般国际组织我们多出45天。如果一例一休真的可以落实让劳工好好休息的话，那我们就明年度再来看看到底劳工加班的时数有没有减少。刚刚一直在提说劳工需要加班费，劳工为什么需要加班费？回过头来，我认为应该去检讨你劳动部的基本薪资，你要不要先调涨，而不是你不去调基本工资，你一直在抢说劳工需要加班费。你如果基本薪资够的话，谁喜欢加班？如果基本薪资够，为什么劳工要加班？谁喜欢放假日来加班？谁不喜欢身体健康？谁不喜欢家庭日的时候、休息日的时候、真正休息日的时候，留在家里跟家人好好团聚？部长，我讲说谁喜欢加班，你同不同意这句话？基本工资。但是回过头来，如果基本薪资够，为什么劳工会喜欢加班？我们年年都在努力提高基本工资，今年提高。你刚才说二力太硬了。一立一休是软着陆，也就是说，你未来还要再调整哦，你明后年如还有再调整的空间哦。明后年调整空间，未来什么时候会走向二立是看整个大环境。如果说，比如你今天在讨论的同时，我就要你承诺啊，因为蔡英文讲说一立一休是最好的版本啊。如果明年不能真正落实，真正劳工台湾劳工的工时平均工时的话，你要不要再来调整一次？因为我不认为你的一例一休是最好这样。第二，一例一休其实休息日没有约定的同时，他可以用你变形工时来去挪动。很多时候民进党的委员对外，包括行政官员，你们劳动部对外都讲说他是一个以量计价，我们希望增加价以价质量，希望增加加班费来让雇主不要让劳工来加班，但是你又有一个变形工时可以让他去调价，也就是说即便休息日移到下一周的某一天，我只是让你补休，我没有真正领到你所谓什么 0.33 0.66 这个加班费。所以如果没有去做补价的加成的部分，事实上劳工一样看得到领不到，更何况你现在这个休息日你并没有所谓的法律的定位，所以未来就有了，然后补休它有它一定的条件，不是说随便都可以补休。所以啊，我其实真的是认为部长要在这个同时谈，我觉得连基本工资都要再放在一起好好谈。如果能够基本工资也调涨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程度，那我觉得这三个绑在一起才有机会好好的去落实你所谓的真正周休二日，这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基本工资，但是如果基本工资没有调整的同时，当然劳工只好不断的加班，全世界没有人喜欢天天加班的啦。你们一直在对外讲说劳工需要加班，劳工需要加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基本工资太低。我所以你的休息日其实不是叫做休息日，你的休息日现在应该改回来叫做加班日。但是你
的行工时，你又给我去调假，所以你的休息日其实不一定领得到加班费。你应该是说，如果休息日未来要处理的话，我们应该是指定休息日，后面要补的时候，但我的休息日我就是要加成。你叫我来加班的话，我就是要加成，否则仍旧是看得到领不到了。部长，我这样讲对不对？我们不要调假，因为你有一个变形工时嘛。不，变形工时，如果说委员所提到的是那个变形工时，那变形工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要怎么样去用就可以？两周、四周跟八周的变形，它有一定的条件前提才能够用。变形工时是让劳资双方来去承诺，来去互相协调。劳资长期在协调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平衡杠杆永远不是平衡的。那个劳方永远是弱势的。你两周、四周的变形工时交给劳资自己去协调，劳方永远是一个输的那一方。所以我不认为你的休息日如果没有指定的话，他领得到。现在劳团很多70%的劳工认为说啊，一例一休或许可以接受，因为我是一个可以加薪的政策。错，因为你还有一个变形工时，调价之后。补休假日之后，他领不到加班费，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再一次告诉大家，一例一休绝对不是一个让劳工可以周休二日的最好的政策。另外，他是看得到领不到。如果一例一休真的这么好，当时在4月份的时候，就不会有民进党的立委，包括上一届柯总召自己也提了一个2020、2021的版本。为什么大家转了一个弯？不是跟资方妥协吗？没有了，我们没有要回应，我们就先休息哈。
好，我们继续开会哦，请大家就坐。还请大家就坐哈。等一下发言顺序是陈委员陈杰仪委员陈一杰，对不起，陈一杰委员，我看着陈一鸣委员，所以我就讲错名字。你就最后了吧。然后是蒋万安委员跟黄国昌委员，之后才是陈一鸣委员。好，可以了哈，来，部长回来了。好，我们请李彦秀委员。啊，对不起。陈一杰委员，好。好了，请主秘帮忙记一下。没有，对，我们要抗议一下。昨天有点撞到头。没有，这我们要抗议一下。从头到尾，我们就不断的强调说，柯总召常来都没有说过亲民党有意见、有版本。每次讲，每次柯总召都忘记，然后我们讲，就唯独我们讲柯总召不在。对，这个是柯总召去哪里？他在，我看到他在那边吸毒，所以他应该听得到。对啊，没有，我觉得说这个要正式啊，要正式，对不对？那是不是对？有请一下部长，来，请部长。所以喂好。对啊，部长，我的声音应该比黄国昌好听一点，真的。所以你等一下，对不对？还是希望说，如果能够给予相对意见可以交换的时候，我们是听听部长的意见，然后，因为呢。其实昨天的公听会，
哦，其实我们都听了，然后包括之前劳动部不断的在解释，其实都是在强调你们政院版的草案，就是增加休息日的加班费，然后可以达到以价质量的说法。哦，这是你们不断在强调，一直都没有。哎、欸，我。安尼唔对啦！你拄仔我坐遐坐陈一鸣后壁，你拢伫讲啊国民党诶时代，你拢会使讲。我想讲伊等你讲亲民党，无啊，我无甲你讲。对，卖讲小孩哈。那我意思说，一直都在谈是以价质量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昨天，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公听会的这个大家的发言当成，但就是总柯总召有说不能当 Bible 去拜读。但是其实的确，不论是支持一休一例或反对一休一例的人，他们其实都有批判相对这样子一个现象，就是说，工作日加班，也就是正常的工作结束后哦，那他们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职场。但是所谓的休息日加班，有可能他们要。我们不要论六日好了，他可能要特别的早起，或者去付出相对的交通或成本去上班，那领的有可能还比较少，所以相对的，不论是劳方或资方，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去取得一个平衡点哦，因为资方可能认为找不到人来上班，劳方觉得哎，可能你的付出可能加班费 1.5， 另外再付我 1.5 是不够的。好，那所以呢，我们不论正反双方的意见，我们就依据你们劳动部其实之前统计处的调查，以2015年为例好了。譬如说，全体受雇者仍然每周工作6天的，哦，就我不知道这资料部长有没有了哈，有15.8%，那服务业有18.18%，高于制造业9.29%。那服务业中的零售业、综合商品零售业，包括大众捷运运输业、公共汽车客运业等等，其实这都是算比较基层的一个劳动部分的哦。每周工作6天的人都还在20%以上，那其中呢，综合商品零售业每周工作5天的，甚至都只有12.94%，也是所有行业别中这个最低的。那面对你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状况，以及你们所做出来的劳动部统计处做出来的调查，其实我们是看到没有办法达到所谓以价质量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们现在所解释的其实现状其实是跟劳动部的解释是有落差的。因为对我们而言，行政院的草案不过是就回归你现在民间的现状而已，你现在就是付他 1.5 嘛，另外再付 1.5 倍，所以你现在强调其实只是回到民间的现状。那如果你要是用以价质量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认为你们现在做的只是把这个草案，把行政院的这个草案，我诚实的叙述回归现在的状况。所以这个状况如果我们去实施，其实劳方他不会因此去多领一些加班费，资方他也没有因为这样而去多付出一些成本。那如果是这样的逻辑之下，我们如何去达到所谓以价质量的这个说法？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刚好像也有听到说，哦，黄委员说又可以用 2.5 倍，有些人说 2.5 倍，哦，你说邱俊彦他有提到 2.5 倍，劳工百姓联盟也有说到2倍，哦，当然很多的说法，2倍到 2.5 倍的说法都有。那我现在就请教，因为不论是从 1.5 倍增加到2倍、2.5 倍，这对资方来说都是一个成本的增加嘛。那成本的增加之后，才有可能可以贯彻说我硬性我6日可以不要让他去加班，那这样子的确有一些劳工才可以得到休息的必要。那如果是这样子，我想请问部长，有没有可能说真的未来在加班费的部分就可以调整到2倍或者 2.3 倍甚至 2.5 倍，这个是有没有可能去做调整的？因为我强调说，你现在行政院的草案其实就回归到现状而已。哦，不是吧？如果你要，你等我讲完。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以价质量的，也就不断用这样的方式的说法，但对资方要有相对的提高他的成本嘛，劳方有相对的诱因，也没有剥夺你刚刚部长一直说，有些人有可能他就想加班啊，对不对？我不可以剥夺他想加班的权利啊，他有可能多赚一点，有些生意是这样子。那有没有可能朝这个方向去做调整？鲍委，这个你所谓的民间现状哦，跟我们解读的不太一样哈、哦。嗯。那么你如果说现在假设我们礼拜六来上班了哈、哦。对。刚才看在你说是他现在上没有，我所谓现状说，譬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就你另外加班就是另外给付 1.5 倍嘛。现在的算法其实基本上就这样。那我是说，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现状，我现在就是加班费就是给你多了 1.5 倍。那你如果要以价质量，那肯定简易来说，资方要增加成本，劳方有更多的诱因。那所以我在这里请教你说，那未来你有没有可能，如果行政院真的要这么有 gas，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从 1.5 倍直接调整在2倍、2.5 倍？有没有可能嘛？会不会朝这方向去
去努力，或者是去真的落实，对不对？所谓，这就是我想请教你的、啊。现在我们是从原来的纯粹就加班费，不包括那个当天的薪资了哈。现在已经从0.34变成1.34了，然后第二小时、第三小时以后是0.67变成1.67，对，所以是2.7倍了。对，不包括本薪，所以它绝对不是现状的，它绝对不是现状。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休息日这个部分还是有相对的广泛的解释嘛，所以我的意思说应该很清楚的说，未来不会，未来就很清楚了，就是休息日。但是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劳工认为说我六日可以上班，我可能有多付的成本，或者我本来就不应该。但是这个很多的状态都有，不同的产业都有不同的样态。那我是说，到底有没有办法说简易？譬如说我今天是很基层劳工，我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对资方，我以后加班，我不是只有1.5倍，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没有，因为你说真的，劳工朋友，你真的去跟你计算程式了，然后我们再来算多少，其实还是不扣零呢。回归到现状的状态。就是说我很清楚你是我的老板，我来加班，我就是可以领到2.5倍的薪水，另外再领到2.5倍的薪水，有没有可能朝向这样子比较明确的方向去走？但是部长你刚刚所提的有可能是如果以详细来计算等等的，或有可能到2.7倍，可是这个对劳工朋友来说这个都太过于复杂，所以简易来说有没有可能我是劳工，我经过今天的辞职审查，从此以后我还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以后可能加班不止1.5倍啊，我就是可以2倍、2.5倍，有没有可能啊？朝这个愿不愿意，就说真的有这个 gas。既然我们要以价质量，既然行政院不断的都在强调这一点，我有没有办法落实这样子，而让劳工亲属朋友可以看得到，你也是在替我想的啊，对不对？因为你都说，当然我同意不同的样态、不同的产业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个我们是认同的。但是如果基于你真的劳工朋友的心态，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劳工朋友一个安心感吗？包委员，我觉得未来加班费的标准，不同时段的这个倍数要怎么样去考虑哈？未来当然都有对话的空间的哈，都有可以对话的空间，但是也都有调整的空间。以目前来讲，我们目前所考虑到的是说，让休息日的这个加班的标准跟周间礼拜一到礼拜五下班以后那个加标准是一样的。一方面让劳工很清楚知道说我加班费到底多少，过去哈。你下班以后的晚上的加班的时间跟礼拜六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那个是用乘以多少不同的基数上去的嘛，而且还有本薪对，没错，计算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修法案以后是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休息日又加了一个以4小时作为单位，对，这个对劳工是比较有利。就像你刚才讲的，没有，但是对我讲的就是，但我是说在未来的。多余就是付的成，因为你就是我不断的在强调嘛，对于劳工朋友，他会认为说我已经付出相对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等等的，或者一些假日上的牺牲，所以我不希望今天是维持不变只有 1.5 嘛，所以我来说，那未来有没有，既然其实我很开心部长可以说到有未来有这样的空间哦，但是我想要看到的是行政院，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 gas， 你就去做一个修正动议出来，或者说什么草案出来说，哎，未来有可能这样的空间哦。那这样对劳工朋友其实是比较实在一个说法，不然如果我是劳工朋友，我不懂你什么叫做以价质量哦，因为对劳方也没有损失，对资方也没有损失，然后对劳方呢，他也没有实质得到更多的。包围是有哎，你说以价质量，你说目前这个像平其实不涨，我觉得。所以就是你变成这个1.34跟1.67啊，其实已经加了不少的加班费。没有，部长，今天不是今天站在这里用我们的用你的这样子的态度去对劳工朋友对话，而是真的应该是相对在几场公听会下来，其实我们真的要去学习去倾听劳工的声音，因为不论怎么说，无论一例一休，你到最后如何修正，其实都无法替代你所谓砍价的这个事实嘛，你也没有办法说我用这样子砍价来换什么，其实很多东西都必须说明清楚的。那既然我刚刚所提到的现状跟产业差别，包括未来加班费的这个部分，劳资双方调整的部分，当然部长你是说有空间，但是我们希望你拿出的是肩膀，但是真的我看不到什么叫做以价质量，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重申，其实无论是怎么样，就是以价质量，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个是空话，而且就是相对的是没有对劳工朋友一点说服力都没有的，所以在这里不好意思，我唯有亲民党从头到尾没有谁来 say it， 只要我要跟总召报告，好，虽然你没敢关心过。好，拜托，我们是真的唯一没有一个谁来谁去，所以亲民党还是觉得，如果今天要落实能够顾及让劳工的权益，让劳工可以充分的休息，那还是要明定二例假。
好，拍谁？这个是我们的立场啊！我也希望从早讲修关心之类。好，因为说真的，我相信我们是用比较理性的说法来探讨这个东西啦。因为从你们自己提供的报告也好，包括你用说服的方式、以价值量的方式也好，说真的，我们看不到实质未来对劳工权益有什么样是加分的，好不好？也请委员考虑一下现阶段。现阶段，如果你要软着地的话，对，不是，对，所以这就是我跟你讨论。如果你真的所谓的是现阶段，然后你未来要软着地，哦，那为什么这个可以像陈怡明讲的，啊，就说那你直接实施？那如果你觉得直接实施不好 ，OK 啊，那你可以从加班费去做调整啊。所以我说，如果有 gas 的话，那你就可以今天也可以直接做一个决议，这也 OK 啊。所以我一说，如果你想全，你认为你未来是会朝这样的方向实施，那我希望在今天实质审查的这委员会，我们就看得到行政院的一个。那个嘛，对于劳工朋友的照顾以及期待嘛，好不好？这次哦，加班呐，啊，假期的，啊，这些其实都配套的，环环相扣了。所以目前我们以价质量这个标准哦，我们是认为是目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设计。所以我说以价质量没有办法说服嘛，未来到底怎么样，我们再来研究。可以说服的部分嘛，但是我们想强调说，我们的立场是从来没有改变，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样态是可以来说服我们改变我们的立场。OK， 好。我宣告一下哈，我们待会儿刚才我已经讲了顺序了，那我们再加那个吴玉琴委员之后呢，我们中午就休息，但是因为不知道他们会用掉多少时间，嗯，好，如果我们顺利一个人在十分钟内完成的话，我们中午就可以休息到两点，那如果中间有延长，我们可能待会我再调整一下时间。好，好，来蒋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还请部长。这蒋委员好，部长好。我想今天哦，在审劳基法修法这些条文哦，我们其实现在就已经进入核心哦，第36条有关一例一休的修法。前面很多委员也提出质询哦，我想我在这边哦，我想先请教部长，到底休息日在劳基法里面？有没有明确的定义？有啊，我们后来有定义一下，就39条有定义的。对，我请我们市长来说明。好，所以我想这是非常不明确，至少在现行的劳基法里面是没有。哦，现行劳基法是有吗？没有，没有嘛。所以现行劳基法里面，我先请教部长。所以例假哦，根据第39跟40条啊，例假是不是原则不能出勤？例假不能出勤啊，绝对不能出勤，除了40条，对，例外才能出勤嘛。我先请教很基本问题，天灾事变。好，所以例假如果例外出勤，要不要补休？天灾事变的话是补休啊，对，例外情形出勤，其他是不行，不能出勤，是不是要给加班费，加倍给薪？是。好，这是例假嘛？嗯。那我们第劳基法里面关于休假日，我们也有规定嘛？对不对？ 有明确定义。是，所以如果休假日要求他出勤，嗯，是加倍给薪，或者是让他挪移嘛，对不对？这个假日挪移是可以挪移，对不对？请教司长。前提刚刚委员提到是休假日如果出勤，他一定是依照法令上要给薪，就是加倍给薪，就加班费。如果这是雇主的责任，如果劳工主张说我不领加班费，我要补休，第一个我可以换补休。对，所以是加倍给薪或补休。好，所以很清楚哦，现在劳基法明确关于例假跟休假日都有明确定义，例假没有话说，例外才能出勤。如果例外出勤，让他加倍给薪，加上给他补休。休假日让他出勤的话，加倍给薪或让他补休。现在劳动部创设一个所谓的休息日，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加倍给薪嘛？加成啊，加成给薪，好，一样是给他加班费嘛，对不对？所以就现行劳基法，既不是例假，又不是休假日，创设一个休息日。是不断的退步。没有，委员这边我要说明一下，
例假原则上是不能出勤的，例外才能出勤嘛。出勤例外的话，那请教师长，那休息日呢？休息日原则是不是就可以出勤？如果雇主要求员工出勤，是不是不能拒绝？我这边特别说明，就是说例假可以出勤的时候是天灾事变、突发事件的时候。例假当然嘛，所以非常严格。同样的，休息日如果遇到是天灾事变、突发事件，然后雇主停止劳工的休息日，让劳工在休息日出勤，除一样有补休的。所以只要天灾事变、突发事件的时候，碰到休息日、例假、休假，通通都可以补休。但是原则上嘛，原则上雇主跟要求劳工来出勤，对，对不对？员工没有办法啊、拒绝嘛。就事实上，雇主才可以要求了。好，所以刚刚部长也一再强调，现在你们创设一个所谓的休息日，给他所谓的加成给薪，希望以价质量。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部长之前我也咨询过，雇主因为他可以预见未来，如果在休息日要求劳工出勤，他在跟新进员工谈薪资的时候，我刻意压低底薪，要求他哦休息日来上班，结果呢算好。预先算好他的一个加成加班费要给多少，所以事先安排他的底薪压低，所以事实上雇主他根本不会在意未来我会加成给他多少，因为我事先底薪已经压低，所以整体来说他基于成本考量、哦、没有办法真的达到劳动部所要求的所谓以价质量这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哦、部长我想知好请回答。第一个，他如果压低底薪，我想他大概没有办法去找到他要的人了。第一个，第二个是凭这个休息日出来加班这件事情，主动权是在劳工的部长，所以他不能基本上、啊、站出来，你不能拒绝，这个是不行的。基本上啊，虽然压低底薪啊，但是他除了压底，他可以用很多的手法哦，来这个东扣。这边吸扣一个，所以基本上他会把这个加成算在他整体一开始谈薪资的条件里面，把它全部考量进去。所以对雇主来讲，基本上他不会因为你休息日，因为好像照规定要加成给薪，但是事实上他都已经计算过后，哦，他还是会要求劳工在休息日的时候出勤，还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最后。会造成就是劳工的工时没有办法实质的下降，所以这边我还是要请教部长哦，跟部长说明。之前刚刚部长一直说这是有一个历史的缘由，对吗？就是说之前公务员这七天假只纪念不放假，是。后来当时因为劳委会哦改成双周八十四小时，是。哦、所以、哦、没有动这七天假，但是现在事实是既然已经改成单周，今年1月1号开始降为每周40小时、哦、所以部长你们的说法是这是一个时候吗？是，但是因为那时候大概也没想到说这个很多的这个企业啊，他就把这个40小时不是分散在5天，而是分散在6天，所以每一天他就少一个半钟头，对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礼拜六就变成他的加班都没有。因为对，所以一周四十小时，雇主就会把它拆成每天上班6.5小时嘛，对，对，造成一周上班六天。所以事实上，总工时，我想之前我也讲很多次，即便降成单周四十小时，现在的情况工时并没有显著下降。部长刚刚提到，好像是前五个月。工时前七个月，前七个月，降低多少？大概一个月降了大概5.几小时。但是事实上，理论上每周哦变成单周40小时，一个月是要下降8个小时，哦。但是我们看到前八个月，我前八个月的数据没有一个月是下降8个小时，另外甚至有3个月工时是增加，所以在这个情况。我想从整个历史的脉络，从最早劳委会双周84小时调整之后，今年1月1号单周40小时，事实上我们的工时并没有完全下降，并没有减少，反而有几个月是增加，
从84变单周40，哦，既然工时没有降低，没有实质的显著下降，劳工朋友的工时从过去到现在只有恶化，结果劳部还是要动到这七天假，要砍这七天假，所以我想这边哦，我们的关键是在整体的工时，不希望能够不希望这样子过劳之岛的恶名一直下去。刚刚前面以价质量，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式会让雇主能够逃避这种以价质量的方式，造成劳工朋友他还是周休上六天的情形。我想这一部分劳工部都没有通盘考量。最后，部长一再强调，全国休假一致不会造成混乱。但是部长，这么多年来，我们五一劳动节也都有放，有造成民众很大的不便吗？包员，我们记忆犹新，才刚过的928、10月25，不是造成大家很多的不方便吗？问题是，今天如果要全国休假一致，好，为什么要动到劳工的这七天假？为什么不跟公务员让公务员跟全国都一致呢？哦，这部分我们不是修劳基法，我们是修到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所以你是在你是劳动部的部长，既然目标是要周休二日，落实真正的周休二日，降低工时。我刚前面讲的这些，不管是从今年开始前八个月，不管是你们从以假这样方式都不可行，到现在所谓的全国休假一致。都是要砍掉七天假，砍掉七天假马上造成结果，除了工时没办法下降，反而增加56个小时。另外一再强调，昨天我问了部长，你们还是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对于部分工时者打工族，他马上失去了这个加班费加倍给薪的这种机会，对他们造成影响。部长部里面还是没有，今天就要修法，我们都在逐条审查了，还是没有提出任何补救跟配套措施。今天我们如果一旦出了委员会三读通过，对于这么多的年轻朋友、经济弱势的妇女、这些打工族，他们权益受影响，劳动部有提出任何配套吗？讲到配套，一再说用特休来补这七天假，行政院的版本在哪里？部长，包委员，我很多问题，我先。行政院特休的版本在哪里？部长，先回答。行政院。版本里面是没有38条，是委员用的版本。对，那为什么一再要说你们用特休假来补这个砍七天假的情形？是，但是有很多的委员的版本在这里一起一并并案在审查。所以部长，你是要靠立委来提案？不是，我觉得我昨天虽然黄委员有提出来说，哎，今天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场合去提我们的版本？我回去想了一下，这个其实跟体制是不太符合的，不太妥当。为什么？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今天劳动部所提出来这次劳基法修正的任何一个条文，都是经过我们的 SOP 的程序送到行政院去审查，然后通过院会变成院版送到立法院来。所以今天各位要求说劳动部回去提一个劳动部的版本，直接就到立法院来审查，这个妥当吗？所以所有的版本现在都是院版。所以对我们的立场来讲，这是第一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现在看起来听说还有六个版本，在未来可能要并案及审查有关于38条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提出一个法案，这个跟目前我们在修法的体制是不稳。部长，你的认知怎么跟大家都不同啊？你是劳动部委，关于修劳基法，行政院竟然没有一个自己的版本，这么重要的问题，你们之前就已经说。包括蔡英文总统都说要检讨特休的制度，要用特休来弥补现在你们推出的一例一休跟砍七天假。部长，你既然说要让立委各党团自行提案，行政院版本已经有，不愿意提出来，已经有4个版本在这里。部长，未来还有好几个版本。体制的认知为什么跟大家都不一样？我这个大家都可以诉诸公平的。这个时候，劳动部长，你有这么多的事关，这么大的团队，劳动部不可以去。那为什么一个案子就丢到这个委员会里面来讨论不行的啦？现在是院版，行政的院版，劳动部不能直接跳过行政院。那部长为什么要强行通过今天这些修法？明明要用特休来弥补你们现在的特休法。已经这么多版本在这里讨论的，那为什么今天要出委员会？
我们能不能实质逐条审查，不要强制限期出委员会？部长，你能不能承诺？我们等你的行政院版本啊，我们可以等啊。已经那么多版本在这，各位就可以讨论。没关系，部长，你说我们尊重什么时候劳动部可以提特休的版本？我们委员会可以等，等你的版本出来，我们好好的审查。部长，请回答。我们。不是责任问题，我们如果要提版本的话，就要从这个行政院。没有关系，部长，我们可以等。我们所有卫环委员，包括我相信各短团委员，都希望行政院劳动部提出关于特休非常完整严密的版本，我们再来好好仔细的审查。我们尊重这个委员会里面，部长尊重。如果这个各位因为有很多版本讨论出来的结果，我们都尊重。好，部长，我们会等您的。劳动部关于特休非常完整、经过缜密研究的一个版本。哎，我们那个对啊，但是这么多委员的版本在这等着，这不是就可以讨论吗？其实没有一定要行政院版才那个，我们委员有等一下委员不是这样的问题吗？因为大家都说。这样插对啦，我们现在是行政团队说特休假是一个配套的措施，特休假是配套的措施。那既然你劳动部送出来的根本没有特休假的法案，刚刚部长已经承认了，你当时在提一例一休的时候，表示你没有要跟特休假做联动的思维嘛？是或不是？如果是，你就提你的版本出来了，是或不是？你当时提一例一休的时候，根本压根没有想到要跟特休假绑在一起审的嘛，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嘛，是或不是？当时我的版本是没有特休假，对啊，就是没有嘛。那事实很清楚嘛，是现在民进党为了帮蔡英文总统就是解套，然后才说，我们有特休假版本，所以我们的补偿措施是特休假。我觉得不要为难我们的劳动部部长了，蔡英文总统自己说清楚。劳动部送出来的版本，柯总，这两天要选总统是不是？那个以后要当总统，所以我并不想为难劳动部，因为劳动部当时的想法一例一休，并没有要搭配特休假做配套，这完全是蔡英文总统自己拍板定案，为了去安抚我们这些年轻朋友。然后才转弯说没关系啦，还有特休假，我们这边砍了7天国定假，我们从特休假这边补给你。但是即使这样的说法，年轻朋友没有买单哦，因为特休假大家要知道，年轻人也是会换工作的，你特休假怎么样补给年轻人每年的7天国定假？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嘛。所以这件事情我不会苛责我们。你不用苛责我，在这里也回让各位也回忆一下，我在这里答询的时候其实讲过说特休。我们也会列入考虑，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大家期待是同时来讨论，后来又看到很多的委员有提案，那就一起讨论就可以了。你现在想要一起讨论嘛，对不对？是啊是啊，就一起讨论。那一起讨论你就不能怪刚刚委员质询你说，那你总要个立场啊，但是你的立场又不清楚，你又说啊，那委员大家讨论。委员已经有那么多的版本了，如果讨论，我们一起加入讨论就可以了。那行政单位总该要一个立场吧？如果你现在已经赞成，你要呼应蔡英文总统说好，把退休假拿来一并讨论。行政部门不可以没有立场，那个、等一下也不可以没有说清楚。我们最好的立场就是我们不预设立场。你看，后来你我好的，我们的行政部门应该要有肩膀，而且要有清楚的立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答案，我想在座委员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等一下，我们要进入法条，怎么可以行政机关没有立场？尊重一下主席好不好？来，我共结哈，那个刚才王委员有。算有插队了哈，但是我也没有打断，我也没有打断你啦。那但是呢，那个我们还是针对24跟36条嘛，不要跳到那个，因为等一下38，我们也会好好讲这个特休问题。我们再请部长好好在你们想一下你们立场哦，你跟我讲说哦。我们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好，我们针对这两个条文哈。那个麦克风的专用好，不要说我的专用，没有，因为你都会靠在下巴、啊。我们部长加油啊！是，
我是刚刚有一些漏气啦，你们部里面的政策要站出来捍卫嘛，还要劳烦我们立法院党团总召、科大总召、啊、出来帮你辩护，这个部长真的要加油啊！这行政部门自己的话讲不清楚，要立法部门出来帮你讲话，这个可能你说哪一方面行政立法都没有搞清楚，没有关系啦。研究，我现在就事论事哈，就是刚刚柯总召有一些垂询嘛，哦。来，我一样啊，来讲啊。第一个，我先跟你讲你刚刚那个观念啊，吼，就是说，其实我发现我过去这好几个礼拜啊，都做错一件事。我为什么说我做错一件事啊？是在不同的委员会、不同的行政部门，他们在针对法案的时候，事实上，他们看到各个委员有不一样的法案的时候，都会拟一个行政机关版本。那跑来问我，说：“哎、欸，我们这样子改好不好？那应该要再加哪些东西？”其实按照部长刚刚的说法，我应该要大声的斥责他们啊，说你们这个行政机关啊，根本就乱来，那没有经过正式的院会程序，怎么可以说是行政机关的立场呢？这种东西拿出来不负责任，应该要直接退回去。部长，刚刚你所说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序，关于劳动部要不要把特休假的版本拿出来的程序，事实上你已经严重的打脸你在行政院里面其他的同僚了啦。你有时候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可能要帮其他的同僚吼想一想余地。第二个部分啊，是刚刚柯总召啊有指教啊，说我们所提出来的23条啊是抄邱俊彦的版本啊，我可能再拜托柯总召啊回去把条文再仔细的对一下，回去再仔细的。对啊，对嘛，对嘛，啊，你回去再仔细的对一下嘛，啊，在场的人，大家都可以回去再仔细的对一下。我这样说好了，我们在研究法案的时候，各方的意见、所有的文献，我们都会收集。我们23条的修正，在观念上也不是邱俊彦一个人早就先提出来的，而是很多的劳工团体跟学者专家，在我们组成的劳动法修法小组当中，我自己个人所组成的劳动法修法小组当中，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提出来这样的建议，我们把它放在我的法条里。具体的文字呈现啊，跟邱老师的文字也不一样。好，那第二个部分做完了这个澄清啊，我也并不是说抄人家的法条不好。我以前自己在当学者的时候，我写了好多法案，我写出来啊，大家可以去问，我一向视为公共财，有兴趣的人都拿去抄，没有关系。那柯总召也可以回去回顾一下，民进党不管是党团还是个别立委的法律提案，有多少是抄我写出来的法律提案？我那个时候有在酸民进党立委说，哎，奇怪，你们怎么做自己不做法案的研究？怎么到时候法案都是在抄我写的东西？这不是太可笑？你要举例可以啊，从集会游行保障法，从公民投票法，从反媒体垄断专法，你回去问一问，你们一开始的条文是从哪里来的？不好意思啊，就是我逐笔写的啊，连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有心胸狭隘到去嘲笑那些立法委员说：“哎、欸，那、啊、你怎么会来抄我写的法案？”第三个部分，哈，今天时代力量在委员会里面审法案，我们就事论事，理性的就事论事。我不是来做政治表态的。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是如果我只是要来做政治表态的话，那我就坚持二立的版本，坚持到底嘛。二立是我们希望达成的理想。部长也认同这个理想嘛，只是你认为现在做不到。那因此在目前行政院有的版本当中，我们今天提了一个新的修正动议，叫做一例一价，我们希望并案讨论。因为我说过，我今天来这边不是来做政治表态，我希望最后法案通过审查的内容能够尽量的帮助我们的劳工朋友，而且可以实现立法的目标。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实际上面的立法目标是什么。实际上面的立法目标就是落实周休二日嘛，我应该没有说错嘛。那第二个部分是
大家对于两例假最大的批评跟在实务上面可能会引发的困难，是因为说例假的时候不能工作，除非有40条所列的例外嘛，太硬邦邦了。那虽然有很多学者专家，也包括很多劳工团体，大家认为说，解决的方法就是雇主你应该要多聘人嘛。那但是有一些中小企业主说，你为了要这个两例假要我多聘人，可能会要我的命。这个是我在实际上面听到的声音。好，那接下来是，如果两例假在现实上面或在这个委员会讨论没有办法通过的话，那跟一例一休彼此中间，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版本是没有两例假那么硬，但是比一例一休更能够保障劳工的权益，更能够落实周休二日这样子的政策目标？这个就是时代力量今天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最主要的目的。那当然啦，大家以前在审法案的时候，到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拿出修正动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啊。我们当初在审政党以及附属组织不当财产处理条例的时候，有很多条文我们的执政党的委员们他也是当天的时候突然拿出说，今天的修正动议是这个样子，跟以前长的什么，跟以前长的不太一样。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就事论事来讨论法条嘛。那甚至有很多我看到修正动议没有写好的，我马上拿起笔来就把法条改得更完善，然后由其他的委员签名来提案。我从来也没有去笑过那些委员说，你们自己不会提哦，还要我帮你写条文，写完了以后用你的名字提。这大家不是在吵这个嘛，大家都是希望法条更完善。好，那我就具体的说明哦，为什么我认为说一例一假更能够落实那个理想，是因为你看哦，40条的规定对于例假日要上班这件事情，它最大在实务上面引发的疑虑是它只限于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那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一旦发生了以后，它的法律效果是不是加倍给予工资再补休嘛？好，那一例一假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子呢？就是把大家所诟病的硬邦邦的要件把它解放了，就是你要劳工同意这样就可以，你要劳工同意就可以了。解放了以后，但是它实际上面的法律效果是回到哪里？就是回到像例假日一样嘛，你加倍给工资而且要补休。那加倍给工资这件事情一样会有以假质量的效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有补休的这个法律效果，让我们朝向要实质降低劳工的工作时间的这个立法目的可以达成。那今天部长你可以在可能等一下中午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等一下你可以再回去好好的想一想说，这样子我们对立法目的的促进冷静的想一想，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跟你针对立场在讨论啊，我觉得我们大家到委员会里面来讨论法案就要实事求是的看怎么样做在现在的条件环境下能够达到实质促进劳工权益的立场，而不是在这边喷口水，而不是在这边只是做政治上面的表态，或者是政治上面讲一些不太有营养的话。其实我觉得对问题的解决这件事情实际上面的注意啊，并不大。那我们现在提出一例一假这样子的修法，事实上就是让你真正的国定假日就是落实周休二日啊，那个二日啊从休息日变成休假日，能够什么？能够更强化。那我认为我们所提出来的修法版本它的优点是什么？它解除了本来在40条硬邦邦的例外排除的构成要件，但是它实际的法效果什么？实际的法效果更进一步，除了要多给他钱以外，还要让他补休。那对于实质上面促成落实周休二日这样子的立法目标，才会真的比较有帮助。那今天时代力量利用委员会的时间，抛出这一个在两例假跟一例一休中间
更进一步的条文，就是希望什么？就是希望不管是给卫环委员会的委员、本院的其他委员，还是跟行政部门，有一个再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就是说，除了在本来两个版本以外，我们有没有可能折中取得另外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没有前面两例架那么硬邦邦的缺点，但是对于你所要达成的立法目的，有实质更能够促进的效果。这个是我针对刚刚主席还有其他委员的垂询，针对我们今天在36条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跟其他委员会的委员分享，谢谢。好，我简单回应一下。好，那么是谢谢黄委员，谢谢黄委员。因为今天是这个修正案是刚刚看到哈，那么最起码有两个方向是比较大家是朝我们原来构想的那个方向。第一，周休二日大家肯定；第二就是软性一点，不要两例硬硬的。这个我想看起来，我们反而是这个距离就接近的。但是哈，但是我可能需要再去检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的构想，跟现在这些相关的条文之间有没有什么会有什么问题哈？没有关系，部长，我答应你，我不用倒边休滚啦。你们部里面的同仁要来找我讨论，我随时欢迎。我掉没家，我不用倒边假崩边休滚，我紧，我都直接加办理。是我只是简单刚才第一时间想到的，像假的问题，大概就不太一样哈，因为他是在46小时之外，因为他是假嘛。我们应该是用延长工时。没有，你看我的条文哦。OK， 我还是把它算到46小时之内。休假跟37条的休假，劳工可能会混淆，可能混淆。他所产生的那些相关权益问题可能会混淆。还有其他的条文的，我们利用中午时间。部长，不用担心啦，我法律效果写得很清楚，都在条文里。如果我有哪里写的还不够好，我也很欢迎劳动部里面的各个专家。各个在这个领域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经验啊，不管是我们的刘司长还是后伟兄，你可以问他们两个啊。我从2004年开始帮那时候的劳委会写了多少法案，我跟他们相处讨论都很愉快，大家都可以就事论事。嘿，好，谢谢。我们周五来研究一下这个哈，这个委员的这些新的构想。好，原来黄委员跟刘司长。那个刘署长这么早就有关系了。好，我们那个部长跟柯总召都会等黄委员呢、哦、我们接下来请陈怡明委员。好，请部长好吗？请部长，还有我们次长跟次。我想我们其实那个处长对，司长司长是我也好，倩倩司长好，好，谢谢。那个我想刚刚其实我在第一轮的那个质询的时候，部长有回应说休息日你们有定的规范嘛？说是在第32条，可是。第32条里面其实对休息日的规范并不是非常清楚。刚刚我们几个委员都有在谈，因为你既然要讲一例一休，这休就是休息日，可是休息日的规范就不清楚。那在昨天的公听会，代表电子业的电子电机的这个林明哲秘书长，他就是在讲说你们对休息日的规范不清楚嘛。那刚刚其实在休息的时候，这个倩倩司长我们也有沟通，可是我们还是觉得不够清楚了，这32条其实定义的不够清楚了。那我就直接问部长，那如果有一个状况是，如果有这个电子业的劳工，他是礼拜到礼拜五是都是工作每天工作七个小时，然后到第礼拜六的时候，如果一例一休的情况下，他到底在那种状况下，他是会按照休息日的给予这个？那你 是因为这个事先就一定好，礼拜六就是休息日啊。对，但是他即便是前五天他没有做满，他也不能沟通到礼拜六了。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规范的里面，你们应该要考虑，就是要在条文应该写得更清楚了，好不好？好，就是必须要写清楚，好不好？更不要讲说今天我们刚刚在一直在谈。到底是一例一休，现在又要变成有个一例一假的版本。坦白讲，一例一假这种版本是向资方靠拢的版本呐、啊。我们本席还是觉得说，我们国民党党团还是坚持是应该是周休二例，好、哦，周休二例才是实质的，能够给予我们的劳工朋友哦，
啊，适度的那个休息了。那一例一假还是要那个假，当然现在多了，就是说是可以补休，但是常常有时候补休是看得到吃不到了。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吴玉琴委员。啊，部长，哎，请部长。是，部长，我们是24条哈，是针对我们这个36条所定的休息日哈，工作有做啊1+1.34、1+1.67的一个啊，这个算是给劳工一个啊加班哈，或是延长工时。但是你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刚谢市长有提到，好像是可以适用在32条的延长工时，可是这个名词上，因为你是在24条的前，你是依照前文来做叙述，所以就含括在46小时的这个哈。那我是觉得语义上是不是也还没有非常的精准？是不是文字上面可以把它视为延长工时的一个概念？因为我知道你好像就把它弄视为32条的这个每个月46小时内的一个时数，这样的文字叙述 OK 吗？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很还不够周延。嘿，好，我这边来说明一下哈，在行政院版的啊是24条，是规范延长工时，就我们俗称的加班费怎么样的计算的标准，所以就适用32条的。然后。概念是不是在这个法条里面有提到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他的延长工作时间依照24条相关的加班费的计算方式。那在现行的法条，在32条就是讲到雇主使劳工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必要的话，经过工会或劳资会议的同意，才能够将工作时间延长。是，所以这两条是联动的，所以是确定四十六小时，每月46小时是包括我们休息日的加班。好，好，在36条这边也特别明定说，这个劳工在休息日的工作时数是计入32条第二项锁定延长工作时间的总数。是。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是24条跟36条在讨论哦，那有关于一例一休哈，当然我们支持本党的一个这个立场啦。虽然刚刚黄委员不在了，刚黄委员一直引用了这个邱教授的一个相关的论述哈。那邱教授昨天也其实有发表一例一休及有关国定7天假日的问题哈，他其实也提到说，对于我们民进党现在提到的一例一休哈。他觉得不是最终的目标了哈，最终目标应该还是未来还是要朝整个真的二例来做进行，然后这个部分本席也同意，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目标哈。那对于时代力量所提的二例修法，他觉得是不能也不应该在修法后一夕之间就要求所有企业立刻每周周休2个例假，因为劳基法是。不是只有给大企业来使用，而要考虑的是台湾有123万的企业，97%都是属于中小企业，所以其实他也在提出一个警讯，是说二例哈到底对这个中小企业的冲击是什么？然后那这个部分的评估哈，比如刚刚提到，因为已经又涉及到39条啊，因为时代力量又提出39条，这个如果加班的话是加一倍，然后又休息一天，那这个对于整个中小企业的冲击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因为今天才刚提出来，我不知道这个冲击的评估有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觉得这个对这个一般的中小企业的冲击应该是更大。是，包括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去评估了哈。不过最起码有个现象还不错，是大家慢慢的了解到说，真的是现阶段哦，不宜太照进。那么这个趋势大家是一样的。至于说要去搭配像补休啦，或者增加加班费这些哦。这个毫无疑问的，当然是会有一些冲击嘛，所以我们比较过去所考虑的，就是希望能够，我想说平衡，是导致双方面的需求。所以我们民进党提出来的，其实加班费加给了哈，就是1+1.34、1+1.6
六七，甚至是不满两小时就以四小时计哈，未满四小时就以四小时计，就是希望能够以价质量，不要那么多的加班，但是是给劳工实质的一个加班费用嘛哈，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缓和改革的一个路啦哈，不是一步到位，我们大概很难一步到位哈，这是我要再厘清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我还是很关心，因为过去一直在讨论这些加班或是所谓的这个三十六条，我们有关十九万的部分工时的劳工那一块啦，还是担心的是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没办法得到我们的善意，好，特别是在这个相关的加班上面，我不知道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好部长能不能再做更清楚的一个说明，好，我们希望你们在部分工时的规范上面能够更清楚，然后怎么确保他们的这个权益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是我把我们国内现在目前部分工时的情况，大概现象大概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有一些是固定时间在部分工时的，就比较不受影响。我常常讲说，像诊所里面的护士，他们每一天大概都是早上四个钟头来，所以像类似像这样子，对，他做五天，他也有休息日，他也有例假日，所以像这样子的，我们所有的保障的措施，他都享受得到。对，他未来他按照比例也有特休，所以我关心的是那一群第二比较对，剩下的就是一些比较是打零工的，他大概他没有办法每天都有，所以他就可能就没有休息日，对啊，他有可能是国定假日，如果他正好有那个机会去打工的话，他未来可能就是少掉那个 double 的收入了。不过像这样子的人，我们这样去了解一下第一，雇主大概都比较不会在那个国定假日特别去找那些打零工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增加成本负担嘛。他大部分人就是就现有的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这些部分工时去做调移、去做轮班、去做这些。好，第二，如果真有这样子说，专门就是那七天在上班，可能大概也不会说每七天都有。所以现在他们所算出来的七四四八这样的一个损失那个是指七天，正好都那七天去打工去 double。所以这个情况当然是比较少，但是不管怎么少，总是有这个现象哈。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检讨，就是劳基法相关有关于部分工时怎么样去保障他们权益的法制化，是，所以在那里面去处理哈。未来怎么样增加？是施行细则还是一个法？我们甚至在法里面都在考虑了哈，怎么样让他可以在未来在他们这个比较特殊的工作情况当中，可以获得比较强度高一点的权益的保障。是因为台湾在现在目前打工有一点打工化哈，就是这些打工族已经占他的经济的应该说这个家庭收入的来源嘞。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跟趋势，我看到的相关资料显示，我们大概也就是说家这个打工族也家计主要负责人是占了56.9%哈，57%左右，所以这么高的一个就变成他们是打工族已经是我们的比例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高吗？比较没那么高了，我可以送给委员参考啊。是好，这个是有关2014年的部分工时的相关报告。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部分的这个特殊的保障，我们还在考虑，包括像今年我们的这个时薪基本工资调整的时候，时薪我们就特别考虑，未来在考虑在调整时薪的时候，对这些人的保障我们也要特别考虑。那我可能会用一个附带决议，希望这个有关打工族的一个部分工时的一个权益的保障希望能够我们愿意来努力对来要在修法过程中应该要被看到好，谢谢。好，那个不好意思，刚刚王委员有插队了一下，那刚刚柯总召说要回应总召还，你刚刚说要回应那个，好，我们讲完就休息哈。我想，我今天在这里谈的就是说，整个劳基法修正，如何追求一个至少中间能够有一点平衡的。假如说要两立的话，坦白讲。到现目前为止啊，两地不能加班的话，全世界大概主要是个国家非常少，我不知道昨天总安有几亿个国家所以说整个环境面还没有办法达到彻底两地，那个什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然后还有条件式啊，不是主要的国家那我们今天面对一个现实，
好、哦，到底我们国家竞争力要怎么办？民主进步党今天有幸执政，我告诉各位，我们从弱势出身的，关心弱势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关心劳工长期以来我们都和他一起并肩作战，所以对于九百万劳工，我们当然，啊，当然也会想办法照顾他们。从政治现实来讲的话，这种选票大家都要拉拢，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整个现在目前我们要修法，我们要如何追求一个平衡点而已。那这个平衡点到最大冲突，大家都知道，有关于这两地到底有没有可能？事实上，我刚才私下跟蒋万安谈了，你们执政过，你们也可能执政，你要想清楚。好，为什么我们照如果真的两地做得到吗？有一天我们做得到，我承认。但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衍生的来源最源头是2000年的时候，公务员和劳工那时候修法，公务员修过了，一周40小时，但是呢，劳工没有修掉，这一路走来15年了。那我们为了我们执政以后，为了劳基法修正，我们搞四个多月，这中间当然我们很清楚，我们都希望好好的谈。那除了这么之外，所以今天我们回来，大家冷静来谈，是要追求让大家让对话，这是一个很重要原点。那现在假如说你用别的，像蒋万安，你用别的因素，民进党今天为什么没有提出来特休？那这个所以这个今天不能出委员会，今天让大家想清楚，今天这样的一个是。我们能够把昨天这样冲突能耐让他走过去，礼拜一我们询答，礼拜三公听会，礼拜四大家都讲好了，这个36、37、38，也许在这委员会上面，不是也许，保证不会有共识，很难。那当然是出委员会嘛，当然出委员会，我们不希望说我们当然出委员会，未来还有超有协商，还有宴会，很多机会让各党去合格演示。那很多机会让各党能够对于自己的法案的内容做历史负责，这是一个大家要面对的时刻了。在面对时刻的时候，我们在做了回头过来谈，为什么要这样修？当初是因为2000年的那个事情，后来在上一届的时候，陈琼文当部长的时候，那很多有两个廖正英委员也提出来。那我们党陈琼部长提出来，但是持平的论，大家都知道，马上要选举了，所以各党就在耍诡计，啊、哦，就各党就用政治在操作，没有把很多配套讲清楚。那后来用24条细则弄进来，当然被退回了。所以今天要来整理这些，包括怎样，这个是。这个修正案是要整个条文内容全部一直在看待，从民进党提出、行政提出的版本，整个来看待，它是有一个逻辑、有一个配套的。我们今天是审查超委协商是审查12月5号，再重新再审，或是重新再审也罢，再审也罢，因为审查各自表述，这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超委协商内容是讲等七案而已，就10月5号的七案，当然没有行政院。38条嘛，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因为委员会发生阻碍，那外面很多声音，所以民进党内部也在检讨说，那是不是我们的法案内容上对于特休上面我们应该来考虑，所以就因为我们要考虑，我们会考虑，所以小英主席讲的要特别去照顾这些年轻以及刚刚开始就业的年轻朋友，这一点我们当然特休上会有考�虑。那今天审的是，今天还有6个版本呢，还有吴志阳版本、江永昌版本，还有6个版本，包括民党有4个版本都没有进来，国民党有2个版本没有进来，是因为我们再重新回到10月5号，那这7个版本来，所以当然没有行政院，行政办38条当然没有啊，行政当初提出来持平论，我们很清楚，就是没有38条，没有错，那
行政今天有三十八条，三十八条的时候我们会来讲我们的理念嘛，我们看法嘛。所以并不是说行政没有行政三十八条，我们今天就不能审，要重新送过来再审。这个就是一个坦白讲，已经用这个来当阻碍的手段，已经不成立了。三十八条，我们承认，我们应该在三十八条上面多做考虑。好，在这点当初行政送来版本没有，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承认的。好，三十八条以后我们还要再修，我们把这个讲清楚。这时代力量的版本，好，讲休假日，我们今天。我刚才说一个延迁大战案转来转去，当然我必须承认也认同时代力量他们有改变的一个想法，可能会比较周延，但是和我们也是有距离啊、哦、那在时代力量本来是恶例，不能恶例完全不能加班的，然后、哦、他都认为不行，他改为一例一休假，但是这休假大家能谈清楚，这休假是只有一倍的加上一倍的薪水而已，这是休假市场，休假并不能，这个休假并不能比照然后计划四十条天灾地变那种处理，这个大家这个整个定义要弄清楚一点的、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谈清楚，就是说，好、哦，大家来算围绕的唯一亲民党没有变，围绕亲民党这个恶例没有变的，大家来歇一下去。那国民党已经要转到恶例去嘛？他们吴志阳版本是二，那个可以补可以。可以上班的，可以加班的。我认为，我们这样谈二四条，还有那实际上没有把二四条他们的逻辑讲很清楚。哦，二四条和三六条一并来看待。哦，那至于黄国昌不要走，你说民进党到长荣昌远版本，还提出很多公投啊，包括是2003年，我想你刚刚回国，那时候怎么会抄到你的版本呢？那是公投法是市长蔡同的版本了、啊。所以民进党常抄袭版本，啊，这互相抄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要讲实情。这个游行法难道是什么黄国昌的有什么版本呢？反媒体垄断，当初我和黄国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我们是一起并肩作战的。那时候是民进党版本，国民党不让我们通过。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大家合作来看待所有法案，但是我不希望啊一个人讲整个话压倒所有人。民进党在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执政，我的身为总召，持平而论，能够让我们尽量让得到我们本党都有意见的，包括这次在野省，我们本党都有很严重，都有非常有意见，我们党团会有这样一个沟通，我们就寻求解决。所以在寻求解决，当然今天我们大家好好来讲，那个所谓口水，不要自己定义而已，你骂人家的就不是口水，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大家应该持平有点同理心来看待一些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要把很多事情讲出来？就是说，我们希望有案审查法案，不要你有什么葵花宝典，要装神弄鬼不拿出来，要把它讲清楚没有关系嘛。哦，然后大家整个修法发生状况，哦，练系统练系统，不可能不必如此吧？但是你我认为时代力量二十四条他并没有充分解释清楚，到休假日是什么？我们为休息日，我们特别去修改了三十九条，这很负责的，这很负责的。那为了等一下再继续进行下去，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二十条和三十六条上面，我想彼此说服很困难的时候，当然就只有出委员会以后再协商，再宴会再来处理。今天即便动用任何表决，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也不需要大家在表决结果，大家都知道。立法院委员会表决结果，谁赢谁输都没用，因为到宴会的时候又重新来嘛。最后的版本显现在什么？显现在宴会表决那一刻，所有提的修正案，民进党党团版本是什么？国民党是什么？就可能改变的。最后 final 版本就是在表决前一刻拿出来，那才是最后版本。这中间大家在磨合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三八条，当然我们承认，行政刚刚提出来的时候没有讨论到这个。所以我们重新反省，重新讨论三十八条，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会有改变的想法，就是这个是实情。好，下午我们两点继续开会，好，那请大家有什么葵花宝典一定要拿出来，好，谢谢，再休息。